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啊！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希望这一集是地藏根圆满的一集了哦。我们接下来是要看各方的注释翻译啊，还有代词性故事。哎呀，真的是代词性助词可能要一会啊。那我们上一次看的这个《礼记集》说啊，尤其我看。这个喂食的，啊，宋朝喂食的这个《礼记》实啊，这蛮值得参考的，啊，所以讲那个卷顿蛮详细的啊，摄录了各家的说法，好像在这附近，啊，是蛮想来看一次的。实在时间的问题，我们等下6点多要准备出门，听常立老和尚在台真的佛堂台北分院的法理文，佛陀及其弟子一生真正的故事开始啊。他说，严格说来应该是英文翻译的巴利语啊，巴利语没有文是有语，这个。对，就是从这里。他前面是正式约嘛，哦，所以我上一次自己私底下再看过一遍，其实很多可以值得抄。他所以叫集说，那到后来呢，才有一个叫程氏，你看，李记其实说了两个，先是宋朝的卫士，再来才是有比较有名的是元朝的程颢、程可大先生。所以他要为了区别，就叫程氏礼记集，说因为他是书名是一样的。那宋朝当然就可能收录了宋儒之前的，所以他不可能有元朝以后的说法。纳兰性德，那也是程氏礼记集说补正啊，怎么变纳喇性德？奇怪。反而这个四书篇。四部全书本应该有啊，对啊，这真的叫纳喇性德。所以纳兰性德之前还曾经叫纳喇性德，真的，纳喇性德，那叫纳兰性德嘛，一下方兰，兰花兰，一下方喇，喇叭的喇。可是他其实写的像刺一样，对吗？他没有连起来。应该是那喇才对了啊，因为那喇跟纳兰是等于那个双声字嘛，兰跟喇，那这个音译嘛，一定翻译那个满洲语话啊，满人的那个方言，所以纳兰，他是纳兰明珠的儿子嘛，康熙朝的权臣啊，他最有名的就是编过这个《通志堂经解》，还有他是清朝的词家。唐诗宋词的那个词，属于可以算是第一把交椅哦，就一级一等级，大家注意一下那一些哦。尤其现在人喜欢那种言情词啊，谈男女爱情的感情的哦，他是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啊。然后我们之前课本也会选他的作品，所以这应该是带大家来看一遍。可我们那个还是。你看他这个山阴路是，啊，也可能是陆游，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跟陆游有关。一个山，可能山阴，我想到他的前面的题例会提到，我们快速看一遍好了啊，也不知道能多快啊。像这个我就已经帮他整理好，你看。所以他正次曰：“嗟吾尊者上徐道半纪，纪吾是纪香纪。那嗟吾是道半纪，接着前面那一个部，之前讲过，道半纪就踩着这样走啊。然后纪吾是纪香纪，就这样后脚后跟接着脚尖，每个足迹每一步是相连的，香纪就好像相连接。”啊，倒半机就踩着半步嘛，
就尊者是上虚，以虚为上，叫上虚。像我们接下来上那个《礼记》的课，叫礼尚往来，以什么为上？那我们接下来看的《礼记》课，第一句就礼尚往来，这个很有名的字句子，对不对？现在白话文也在用，礼尚往来。就礼是以往来为上的意思，那上都是读成以后面那件事为上。通常有些动词哦，它在尤其实义动词啊，它在后面接受词都是读成以后面那件事啊，像以徐为上嘛，以徐缓的慢慢走为上，尊者当然要慢慢走啊，雍容华快，那个下面跑腿的才紧张才急嘛，这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仲武是鸡兼容鸡啊，仲武就鸡和鸡中间要刚好一个脚足宽啊，一个脚的脚底板的宽，鸡兼容。徐区这个之前我们都讨论，徐区为君大夫哦，你看我们这个都标点过了嘛。徐区为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与施行之节也，所以他这个时候徐区是说君啊，还有大夫和士的慢走，皆好像与这个士在祭拜的时候，我们说四位书上那个士啊，代表祖先的那个代表。可是讲现在白话，以现在的国语啊，现在的民情风俗，还有白话来翻的话，就是祖先代表了，跟祖先的代表一起走。那你就知道他最大嘛，对不对？祖先当然最大，他是代表祖先的，这个就叫师啊，行下行之节，好像跟祖先代表走在一起，那一定是毕恭毕敬，对不对？急趋为直行，那急其实就是快嘛，急诊室的急，可是那就是说直行，确实在科学上直线走当然就是最快的嘛，啊，他是的意思是说急趋的直行。难道其他的就不是直行吗？庶畜自若为自若发未起啊！急趋是说直行也，然后庶和畜自若，庶畜，这我们前面讲过，它这个念畜，表示频率很高，不是数学，这个细密啊，畜。疏处自若，细密当然就是讲脚的步伐，就自若就泰然自若一样，但是想不是，就是看你，或者疏，他这倒不是说照比照前面，对不对？自若，而自若有时候也是有一个就是比照，就是自若就若前面那样，一般我们自若是自泰然。态度自然，对吗？所以应该没有别的意思，那意思就是态度自然啊，就自然走，急趋就自然走，就不一定照这个步伐走啊，不一定像和祖先的代表一起走这样的趋紧，他大概要表示这样，这一种就叫急趋，这不是说刻意真的走很快吧。对不起我，因为有蚂蚁菩萨上了我的身，要请他下去。然后发位起句，发就是发，只说这个正文里头，欲发而手足无语，急趋者欲发，抬起鞋子啊，意思是鞋子，鞋子。有时候你看字典，要像我们之前也给带过各位看，看字典要看这个什么。它有没有一些我们白话在用的副词，就是我们来找单字想副词、有的话就等于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时想不到，可能要趁这个时候来怎样
练习这些方法。那久了熟练之后，你能够联想的是不是就很多？对自己以后程度提升都是大有帮助。我们程度会比你好也是这样，那别人程度比我们好也是在鸭子划水，在只是告诉你怎么样使力嘛。因为原来是鞋子转成动词用，就是穿着鞋子践踏，对不对？那后来根本就是不一定要穿着鞋子践踏都可以叫绿巨啊，绿巨。那你看那个巨，它发什么音呢？你看它那个巨是发这个字，右下角那个楼。那么它右下角是一个楼字，我们几楼几楼的楼右边不就是这个楼、哦、所以它是从旅省楼生嘛。那楼为什么现在念成巨了？就是我们里头有一个什么，你看就是这个声音变化的关系，之后你点这个就可以打开这个 Excel 档。我这个 OneDrive 还没开哦。那泰瑞做的不是很好，泰瑞是不是要改小小输入法？结果商务用可以吗？商务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像你这个搜寻这个就不需要了、哦、你这个只要搜寻把它不显示改成隐藏，奇怪它的弯段竟然只有商务的弯段，还不行呢，还不能用商务的，真的没有弯段。学校在干嘛？那我这个还不错，至少他这里，我这里其实也可以登录嘛。你看，我连电子邮件这个输入法都可以输入。这个等它的时间，这个已经跑出来了。你看，它里头，然后你九阳神功啊、哦，网络上那个刚刚那个都已经分享给大家。O 跟什么 U 会相通嘛？你就找 O 跟 U， 你查 O。你看，这是 O 跟 U。鱼又跟乌通，对不对？所以我们之前常碰到的是乌跟鱼通嘛。那欧，你看欧也会跟鱼通啊。那你看那个楼就没有了。巨，哎有哎，我们已经，对不对？这个是念鱼嘛，已经收集过了。巨，可是你看，那却是漏楼。那个，只是巨还没有碰过乌的，啊。你现在至少有碰到有啊，数学的数啊，你看，对不对？哎，反而常用字反而疏忽了。数学的数就是乌嘛，对，它都是楼这个音嘛。那楼的话，它本质是这个字嘛，对不对？它的声符是这个嘛，对啊，这样就对了。因为我是自己的账户，当然可以编辑了啊，它线上就可以储存了。啊，我这里也可以从这里开啊，这里就说用那个
在 Excel 开启就可以了。嗯。你在 Excel 吧，就是这个网页跑出来，嗯，就我还在，嗯，就这个嘛，自己就要建立密码。我这 Excel Online。其他人已经锁定了，那我们就，这个树刚刚编辑的嘛，树楼，那它本身它是念楼嘛，今天要解决这个代词性嘛，是不是？现在我发现哦，以前一体字字典，因为它可能赶快，所以它的资料跟国语词典是一致的。现在我发现有几个部分。一体字和国语开始分流了啊，他可能为了加强一体字字典，国语词典是词典，所以他解释开始，尤其这个会兼顾，国语词典是面向大众的啊，那一体字开始会，他这个解释开始跟国语词典不一样，这要大家要注意，这样他念楼也念吕，对，吕的时候是通那个字形结构换部首加个诗，刚那个诗啊，跟祖先的代表那个诗，诗位出山的诗啊。你这个可以念楼，也可以念名，所以它就可以在这里，对，因为这个比较罕用，所以我就放后面，这也是楼和肉比较常用嘛，刚刚也储存了。叫人家回来看这里，应该就已经，它是唯独的，它还没有刷新，你要刷，它不会自动刷新。所以你看数学的数，我们反而疏忽了，是不是？这个要擅长登录。我比较不在用，学校有提供商业 ET 啦。目前我因为我主要是用 Dropbox 和 Google，这个目前比较用不到。你们在看这个的时候，直接点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它现在更新了没？还没，奇怪。刚刚那个储存存到哪里？这个有了吗？有吗？对啊，已经储存了。它已经上去了，楼房在这后面。数学数，你看我们房二，对不对？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冤手的手啊，对不对？这数学数量，你们冤手最万恶的冤手，这个时候是念 O，对不对？可见你看 O 跟 U 跟 U 是绝对有关系，是内行看门道，外行才凑热闹，这才是真国文。我看我最近看到一个，好像还是我一个妈妈的好朋友自由的女儿，教国文。一般现在老师都是让国，没错啦，就好像佛教里头有接引众生的，让同学至少肯愿意上课，然后还想听课，至少吸收一些，学到一些，没错，是没错。或许学到，可都学到皮毛。毕竟不是正道。你以前花那些心思，像演艺人员这样吸引同学之余啊，这个老师很棒，很有趣，还不如让学生看怎么让他静下来，心定下来，好好学，才学得到学问呢、我的很好啦，你们那个教通识，我是师资啦，你们那个教通识打得好好啊。可是我相信，至少我们大学通识也不能那么肤浅。
只是好像给大家再加一点补充文场。这毕竟，尤其你不能光看那些不爱读书的，对吧？或者对国文没兴趣的人，市场不是光这样，毕竟还有心静得下来、肯愿意学的、愿意读书的，或者国文能力、国文兴趣或国文能力没那么差的。那你不能光给他那些肤浅的东西啊，要给他有一点学问，可是又不是那么艰涩专业的啊。那么我们不会跟你上什么声韵学、什么邦邦病名这些广韵集韵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中原专业的啊。可是，哎，支持师这个你也在用，对，用注音符号教人，用现代音跟古代音的通，甚至现代音的普通话、国语跟方言的通啊。这大家都能接受，生活也在有的啊，这个叫通识嘛。啊，可是不能那样肤浅哦，句就句要死背了。那句为什么念句不知道？那句它明明是楼，为什么变句？有什么关系也不讲。它的表格原理就是它们是叠韵嘛，韵母还在，有这个血缘关系嘛。那顺便你看，刚刚我们这样接触，你连甚至连这个，刚我们还念促，对不对？破音字就表意是变的嘛，哦，音已表意，这些都是大学国文，有些大学对这些不是专业的学中文学生来讲是最后一堂国文课了，什么？再不在这个时候学他们最高深的国文，还等什么时候？就没机会啦。除了以后自己有兴趣自修，那自修是没有限量的嘛。那我高深到怎样？和自私的教育里头，你要给他一个最高级的国文的嘛？不能再这样嘻嘻哈哈这样，那没有用。我看的那个还高中国文，已经接近大学，你国中小学还可以这样带，高中已经。你可以这样，可是有一些要开始要静下心来懂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了，不能再这样。难怪高中毕业完了，像我教的，我接手了，国文程度还是那么烂的，大有人在，几乎是绝大多数啊。那你们这些国文老师，我这些同行，对不对？所以，很用心带起班级经营或管理，带起班级是很对的，可是不能完全心思都在这嘛，自己扪心自问，这样良心过得去吗？对不对？当然，你的标准只要只是带让大家知道肤浅的国文，也无可厚非啦。就是就看自己觉得，尤其高中至少要有一点水准吧，不然还是这样。你国中小学这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就是这样，欢乐为主，他们喜欢，至少引发学生的兴趣。这是第一位，甚至是全部都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高中已经要有点水，高级中学不低级嘛，对不对？要名副其实，可也不能怪这些老师，也许就好像我们现在教大学也必须降格以求嘛，他们接受的学生也那么差了，表面上或名义上是高中生，其实那个心智还跟小学、中学一样，他也只好用那一套去教他。哎，这个是非功过很难断，以后反正宇宙始终刻在那，对不对？上帝的审判，阎罗王的审判在那等着，以后再说，这不是非我们人类可以去讨论的。大家都尽力，尽心尽力就好了啊。以后至少即使自己错了，也甘心受罚嘛，就不会那种哎呀，清闲侥幸之，明明做亏心事，还以为别人不知道，以后也不甘愿受罚，没那回事。很简单，宇宙时空摊给你看。来都来不掉，还有什么不甘愿？自作自受。好，输出之后发起为起句，把鞋子抬起来。这个"起"是起来的"起"意思，起来的"起"，但字想不是这个"起"，当然一体字了啊。那就这样，我们就不计较这里。不一定这个字都打得出来。好像还没有。宜之言明也啊，手足无宜，它是解释这个宜，这个之前我们讲过，所以宜，换句话说，这个之言其实就好像我刚刚讲，以我们现在白话文或国文接受者，或我们现在风俗习惯，翻成换句话说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矣也啊，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矣，所以他叫你不要宜嘛，不要明矣。迷就是精神萎靡的迷嘛，疑就是拖拖拉拉这样，有精神散漫，有力无气这样都可以叫迷，手足无迷。那这里手足无仪，就手足还是要很有精神，然后不能乱摆动，散散漫漫这样。
无疑欲其止，希望他止嘛，止且正，一定是很有精神，对不对？就踏，你看军队以后踏正步，正步，对不对？欲或为术，所以我们刚刚看书，刚刚他这里出现术，意思就是欲这里。欲发，这个欲字可能有一个版本叫或，有一个版本叫做它是做术，所以欲发它变成术发，来我们把这一段复制一下，它其实就解释这一段，所以你看到这里他说，人家标点都很清楚，欲或为术嘛，欲这个智慧术，那你。像我们这个再开一个新的，你在这里，他会这样写，一定这里只出现一个玉，我就完了，就好像我们之前抨击的嘛，对不对？只要有两个玉的话，那你到底是解释哪个？你看，就只有这个玉，所以可能可见有一个版本，他说急趋则速发而守住无余。那这个速当然也不能念速啦，速是不是速字啊？然后所以应该念什么才对呢？可以像刚刚讲的触发。表示频率很高，很紧凑的，对不对？那也可以读成什么？你不能念数，不是数东西，朔发也可以屡次，好几次，对不对？那发他刚刚已经讲过细密，好几次就表示很细密嘛，频率很密，然后不就数住了？他这里是说好几次吧，他前面有解释发是什么？发是起句嘛。对，把那个鞋子抬起来，朔发或触发，就是要记得走路的时候要把鞋子要抬起来，要脱离地面就对了，应该是。然后圈转也对一样，这个我们就用逗号就摆明了，这是一句话，就用引号。当然你也可以这里加引号，再加个逗点，或加引号直接转也可以了。总之，标点是帮助表意的，清楚就可以，这样就很明白。圈转也，圈这个字，或者你要说圈冒号转也，表示圈这个意思是转。我们讲过这个圈转，汉语大词典注音是转，卷，对不对？卷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这个卷，卷动就转动嘛，所以它为什么卷顿型？我们念卷顿，卷就转。它与别于我们画圈圈念圈或者。猪圈的圈念圈，会把你猪牛羊圈起来养，叫圈起来养啊，圈那种念圈。所以你看这些破音字，就声音稍微变化来表达意思有所不同，你就知道破音字怎么来，什么意思。那豚之言，这就又来了，豚的意思或者豚，换句话说就是好像有所行，所以它豚是循，读成循，或者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顿，前面讨论过了，通了个顿。那寻一般，你看那后边的人解释，他们还是把寻读成寻，寻着什么东西的那个寻，就不是像我们读成顿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自己没有参考别人资料读，才会读到新的东西。你看别人，尤其人家都大家历史留名的，你就没自信啊，是这样，你就永远看不到，也不可能发现有新的或别的种解释。那你直接发现新的别的东西也是，也不要没有自信，但或者说对的，甚至你找证据有可以支持的，那所以学术才会这样发展嘛。那这是句号了，所以他接下来说不举足一种者衣之髻，那这连之啊，衣服的下摆，对不对？衣之之如水之流，这个我们前面都读过了啊，这略过去。那我们这里没有给他改嘛，就把它去离开就可以。孔子接下来是这里。孔子执规则难，此徐趋。孔子执规是这样，可能在《论语》里头这一篇，所以他互相做个呼应和引证。就是这样，则就就嘛，然就这样或如此，这里讲的都是徐期的样子，席上亦然，尊处亦上行，尊处亦上行，在席上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是在
比较尊贵的地方呢，也是以慢慢的、比较缓慢的为上啊。比较卑贱的人动作就要快一点啊。端行端是直也，以或为这个字，好，注意吧。你看还查得到了，以后为追啊，你看他就通仪，对不对？就是我们这里李记忆老师啊，五本作仪啊，这里念追，这有什么道理？一跟 A 是不是有押韵？我们地震歌好像就有 A 跟一押韵，那就是你或者看我们那个前面的字形结构兼音义，我在我自己的电脑这一块不是云端，那它应该打开就是我们刚刚储存的地方，它应该已经同步了。啊、哦，那你还没关吗？真的，好，那你就找 A。有，可是没有跟一。A 跟 I 倒是有。哦，有了 ，A 一有吗？一组的 ，A 一这里。好，所以你就点一下这个，它就会去那边了。连接好像有问题，好，关掉，你重来，再看一次。关掉了，这么慢，怎么关掉？A 跟 E， 像我们地震歌里头好像 A 跟 E 就有押韵，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从此夜眠心不移，那里是押E韵嘛？之移啊，好像还是在前，我记得好像是前面。欲移寐废寐，它这里是 A 跟 I， 有没有？刚刚我们有看过 E、I、A， 其实是睡，有没有？睡塞，就是 I 跟 A， 其实古时候，有了，你看，你看嘛，这其实是同韵的，到这里，他们其实都是一个韵 ，E 也好啊 ，A 也好 ，I 也好，那其实都同一个韵，肺，所以它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根本就不用看这个就有了。那这就是我们碰到了，我可以再把它记录起来，就当日积月累啊。明明就关掉了，难道要把这个浏览器关掉才算数？那太逊了嘛！他这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加了一些软体，这启动要好久啊。E 跟 I 嘛，有吗 ？E，A 有的时候是 A， 你看打给给呀、啊，对不对？给予嘛，对，你可以念给予。然后勒索勒，有时候勒死你，对不对？勒肋骨啊，力啊，那这更棒了啊！刚刚才讲精神萎靡，对不对？那个移之言是什么？靡靡也，对不对？那他这个是非更明显。那其实不用看这个，我们刚刚地震歌就已经证明了啊，所以。追跟移为什么会假借？为什么会有的本身？那就是发音的问题嘛。那表示在古早的时候，他们两个读音是很像的。现在可以那时候可以押韵，就表示它韵一定是像的，
声音会响。这么快，可能天气热啊，这么快脸书直播就停了，啊，暂停一下哈。啊，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脸书直播继续，因为发现脸书直播也蛮重要的，万一我们这里毁了，那里还留着有，啊，至少是一个实境秀嘛，啊，一个记录。好，接下来是。我想要有一点小地震。端行端职业，疑惑作追，或为追，此急需也啊！这一些都是急需的方式啊。端行变形，直归于举前一种，它是注明了徐区的事啊。举归于它是注明，这应该是注明的注，就写明白标明或者。那个，是说明，意思就说明啊，徐区是还包含了直归域，是举前一种。孔四月应该就孔颖达，此一解明刑部啊。孔子曰：“此一节名行不及徐之宜。”你看，我就给它断成这样啊，及汉徐的规范，我们说礼仪啊，贵贱与施行部广狭不同。贵就是比较狭嘛，贱就比较广嘛，广就表示它每一步都很广很宽。那比较尊贵人，每一步就比较狭窄，比较距离没有那么直啊。君是天子诸侯也。君是解释这个政权的那个君字，然后前面有个君。对吧，君。那孔颖达也顺便再把这个君讲一次。天子诸侯也。武是半，武就是鸡足鸡。不是武力的武啊，这里武，你看武下面左下角是不是有个停止的止，止就是跟脚趾头有关。这停止的止，它就是脚趾头这个字的本来的字，后来脚趾头的字这个拿去做停止止息的止用了，所以就另外再加了竹字旁在左边啊，还原，这叫造字法里头的转注，转回去，回过头来注解原来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叫转注啊，因为它的字原来停止的止，它本来就是脚趾头，被借去当。停止的止的意思去了，这叫假借用法，所以他只要在转注造字，用什么字来转注呢？用加了一个足球的足，左边的这个字。嗯，我刚刚讲的是这两个，趾高气扬的趾嘛，交趾，交趾头的趾，交趾头。好，二足相啮，每到一半。我后面还没有再断了啊。每到一半，未得各自成绩，所以每两脚两足是相踩的，踩当不是踩在脚上了啊，我们是讲那个脚步的痕迹。然后每次都到我刚好踩到他一半啊，然后未得多了一个，未得各自成绩，所以难怪这一行多了一个啊。不能各自成一个足迹，所以叫半迹。故云半迹就叫它是半迹嘛。故云接的脚步要接，所以叫故云接。尊者书迟就比较慢，对不对？比较舒缓，迟就缓慢嘛。我们迟到是不是慢了？那故君疾步，君举师步迟狭。国君跟那个祖先代表他的步伐就比较缓慢。然后比较狭小，对不对？距离比较窄嘛。那大夫是剑碑，就比较地位比较次一等的，所以可以读成次一等。比没有君和师那么尊贵，对不对？所以呢，就故，所以与师祖和祖先代表一同行走的时候，步就稍微广，而且速也。
啊，那个广疏就对前面的词想啊，物稍类广，而且疏广疏。我们这里甚至可以加一点，也可以啊，词而且狭，广而且疏，啊，将会更清楚。然后是悲，是最悲的，故与祖先代表一起行乐的时候，步就极广，非常广啊。那这里是稍广而已啊，这里没有讲数，当然就级数了嘛。就讲一个就知道数是级数了。所以你看古人的作文都这样，他为了省成本，能省的就省了，可是意思又不会省略掉，对不对？他就有这个技巧，因为他有刻板，你看写好稿子。刻板上书，甚至早期没有木板印刷的时候，写在纸上，写在绢衣服，对不对？他们会写在丝绸布上、绢纸、绢布上，都一样啊。那蔡伦造纸那个纸的成本也很高，即使直接用毛笔写在纸上，都尽量字斟句酌，能就不要有那个累赘的事、多余的事啊、嗯。那每洗竹间容一竹地啊、嗯，这是后面。讲述他不籍贯，所以这不能句号还没讲完啊，所以我们可以分号补充前，分号有补充前面的意思。每次洗就移动嘛，啊，移动你的足脚，移动你的脚来走路呢，它中间的间隔可以容一足，中间间每次移动脚，对，中间间隔可以容一个脚底板，啊，然后。每次移动足啊，所以这应该断句应该是这样。每次每洗足见容见中间的间隔啊，容一足地，一个足的那个地那么大，才于是怎样才念下去？念就好像前面的句有吗？我们刚刚句有读到转成动词用，才踩下去啊，这个可以当语助词，这就踩下去了，翻成怎样？可以当代名词，当然要带地板了，来踩到地板啊，脚才踩下去，踩到地板啊。那徐趋也，持行也，徐趋就是比较慢慢的走了啊。这行就台语的行啊，闽南语的行啊。这前面我断句有断错，我们继续看啊，刚刚把这个看完就 OK 了啊，就卷断掉了。我们先看那个未实的。啊，陈氏集陈浩的集说，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就不要啊，集趋则易发者，就这句话呢，发是起也，然后那个正诠是说起句，对不对？然后欲句头，就是鞋子的头横起啊，要保持的翘起来，无复季节之力啊。所以这时候是集趋的时候哎，所以他说促疏自若嘛，脚快脚慢。你只要舒服，踩得稳就好，啊，不，没有那么讲究了，所以他就说没有再有什么记舞啊、街舞的这种规范没有。当你走快的时候，就不管什么记舞、街舞，啊，只要那个走快的时候，记得脚要那个鞋子要离开地面就对了，尤其鞋子的头了，就不再分记舞、街舞这两种，舞就这个舞，的不同的之意，其疾或疏或促，这个我们前面说啊，疏促自若，对不对？他就解释正诠那个疏促自若，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脚疾有的时候是比较稀疏的，有的时候是急促的，那就随你啊，随你走的时候，啊，贵贱同然，贵与贱是都是这样，同这样叫都这样，这样就是然字啊，人都是如此这样啊。巨横欲起手足犹疑震啊，那脚那个脚啊，或者那个鞋子啊，鞋子当然就讲脚，横就恒常要保持的，想要起来就是起来，当然离开地面了、啊。可是手足犹仍然要应该啊，以什么为事宜？就这个疑是一体字啊，所以它可以读成应该以什么为事宜，就应该要这样做嘛啊，应该保持直而且正。不得斜低，啊，不可斜歪斜的不正，或者低，啊，或者把手脚放得太低，嗯，前面不是讲脚要抬起来吗？然后迷以摇，不得斜低，迷以摇动，
不得邪滴，也不得迷矣，不得摇动。啊，所以这主要分这三个嘛，哦，迷矣。所以它这个迷矣前面正玄是讲迷矣嘛。啊，看一下，这不一定它有这个词汇。没有，我学大师呢。有了，字形结构换部首，对不对？它换了一个右上角有一个这个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好像叫人吧，我们人类的人那个人啊，变形嘛，它写成那个那一捺写成一横，人长样当然不是曲折，所以主要是讲曲不能弯曲啊，或者很松弛，拖拖拉拉的，没精打采，有气无力这样都可以是啊。就是讲作风，一个人作风松弛拖拖拉，这里当然是讲动作啦，萎靡不振，好像没什么精神啊，精神散漫啊，甚至在那乱动。所以说啊，故云手足无矣啊，这是经典原文，所以加个引号，明白？那卷顿行者或卷腾，他这里应该主。照的正弦应该是卷顿形啊，你刚刚前面也读成的屯是这个旬嘛，若有所旬，世上徐曲之形，它是解释上面徐曲的形状或状态情况啊，知是的形，形可以想到形状，状想到状况啊或者状态，我们可以讲形态，形想到形态，然后呢，态得想到什么？姿态，对不对？都可以，这单字想不得就解了啊。那顿它的解释叫旬呐，那成了正旋来，顿旬也。然后转足旬地而行，贴着地板走啊。所以它若有所行，就是旬什么？旬的地平线走了，还是旬地而行啊？可我们读成是顿，就怎样？甚至可能通这个顿，顿就走的好像。摩擦力很强，这样走得很不顺，这样哦，好像还要跺脚顿一顿一顿的这样转足。那它这转足就好像对应前面说急曲是直行一样，现在不是直行，要转动，蛮奇怪。转足，脚还要转，它意思就脚不是直的这样踏着，还要这样转一下，是这样转一下再这样转一下这样，是不是这样在啊？那转。转足寻地，贴着地板而来走来行啊，然后不举足，不举足这句话是说足不离地啊。那接下来鸡是上下，哦，是读到这，所以我就读到这就想说需要跟大家一起来读嘛，就读到这啊，鸡是上下。我们通常这个气是用在通气上，对不对？是不是也是念气呢？当做衣服的折边的时候也念气嘛。啊，动词才是气拿归岸，通气和通气就好像把这个漏洞补起来嘛。所以以前叫什么捕快嘛，捕快捕头才去通气，这捕好像捕手，对不对？投手捕手把它抓起来，啊，一样嘛，把它补起来，是不是就把它密接，把它缝。把它缝起来，这也是漆哎，也是动词漆，那它这个是动词漆，那它这里当然是当名词用啦、啊，一下漆，那然后念漆漆其实都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汉语大词典怎么说，它是念什么？和汉语大词典当名词的时候它读什么？你可以。你要参军舰这个，那简化字，它以简化字为主嘛，这个大陆网站，那你可以看详细节字，这也可以看出它的读音。可是它这个读音要看汉语拼音啊，啊，注音符号常常是错的。你看这念一声，它也标一个一声符号，没有这个东西啊，大陆人不懂啊，注音符号乱标。就这念七，这念七，要念，要么念鸡，要么念七，啊，没有这个一啊，一声没有标号的啊，你知道。那接下来你看名词嘛，它有分动词，那个动词，哎，没名词，缝衣边，那原来动词是漆，缝衣边，缝成的衣边就可以念漆，对不对？
那你至于要不要变声调，那至少字典没有这种变声调，你也可以继续念七嘛。哦，表示原来是动词缝衣服的边边，或者表示被缝的那个边边叫七，对吧？那至于变不变声调，有些破音字它也不一定会变声调，不一定它会变声，那变如果破音的话，或变声调，它主要是告诉你哦，那个意思不一样。那你可以看看那个汉语大字典，对不对？七，积，这个是动词，继续聚集，对不对？这个是应该是名词啊。这时候念积，或者念气，就读气，通气嘛。七是缝一边也是，几通几这个还是动词。换部首嘛，密部转车部，对不对？现在你们指望神通熟，尤其第三招，一看就知道换部首。常常换部首就通假字嘛。你看这种通识国文，你说国文能力会差，你才真正的哦，原来我们国家的语文，我们汉文是这个有这样的原理，这个道理呀、这才是活学问嘛。然后背一大堆注释翻译在干什么？对原来字是造字用字的原理完全陌生不懂，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念气，也可以念机或气啦，就没差了。那就像国语词典一样，它要念气或气，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气气，我之前写信跟他讲，他心有问题，看现在好了没？还没好，奇怪，他心，他就跟我讲，他心好像字义，你看他现在也没办法连接。他说字义要补充，要再考究。所以我才是在说啊，它一体字词典跟国语词典虽然都是国家研究院、国家教育研究院在维护的，现在可能已经有分人负责。以前它是资料共用的啊，所以它对新的解释在一体字词典一模一样。现在可能开始讲究了，一体字典会比较详细对字的解释，甚至包含一些古的字义啊，这是很好的啊。非常好发展，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就事论事，我们批评了多少次国语词典，完全没有仇也没有爱嘛，就是完全的公允的，是就是，非就非，至少凭我们能力或者良心，所以非常乐观起来，这是对的方针，是这样。那前面他们会这样共用资料也无可厚非，因为当时人力物资，那你继续维护，继续。扩展的话，有这个预算或什么，当然可以越做越好，就越好了。刚开始为了急救章，大家资料共用，这有什么好后悔？有用总比没得用好。那现在大家都用了，使用率那么高，你看它首页累计使用人数多少？现在没有了，真的没有吗？哦，你看这个多少？总人次六位数是100万。千万亿、10亿人次，你看，千万，不对，六位是不是百万、千万亿、3亿人次？既然已经大家那么通用了，大陆的也可以用啊，台湾的优势你可以借这个大陆同胞也可以用，这个我想大陆政府不会封锁的，除非它里头的词条有些什么证，你现在台湾都会注意这个。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优势去影响大陆嘛？那这也算台湾之光啊，你何不可？又无法继续直播了，哎，搞什么？我觉得主要就是我这个手机真的不行啊，Sony 大家记起来，烂，难怪我弟弟那么大方，就是让我用，太夸张了。然后有时候看 YouTube 也是温度过高就停掉了。既然如此，我还是用我原来我姐姐给我的小米那小米的镜头可能就没有感觉，质感没有那么好，可是总比这个一直停掉好。小米还可以边插电边录好，我们暂停一下。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做广告只能拉几个来就来，我当然不是商业广告或者。宣传或者传教士，真的，我抱着什么心，你知道？我以前也不信这些谤佛啊，或者不信不搞宗教这些啊。那我现在怎么反而干这种事？我是抱着什么心态，你知道吗？
我是抱着我可以得到，不要哪一天我成就了。所以刚刚都讲嘛，都凭良心，对，我哪一天成就了，人家说，哎，你有好东西怎么都不讲啊，自己藏私，我是抱着这个心态，都跟你们讲了，你们自己不来了，到时候我离苦得乐，我出离六道了，我得到成就了，你们就不要说我都自己爽，是抱着这样的心啊。所以我这里应该要补一下，对啊，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自己不来。对啊，只要这样就好，哦，免得。是我真的是抱这种心啊，不是说好听的。你要我真的拉信徒或者什么宣传家甚至打广告，你认识我伸手人了解我一生的人，你就知道我真的做不出来。真的是好东西，觉得值得，不跟人家讲，真的过意不去，我才会讲。啊，不是你这个老法师叫我宣传什么？当然我要认同你啦，认可你了之后，我才会哦，是不是？现在这里又要贴了，这刚刚。前面大家有看到，以后我再公开。刚刚有闪一下 UT 的嘛，哦，我想有些人知道 UT 聊坑是 UT 是什么。这前面我们哎，好像没提到，对不对？在我们 Facebook 是我自己写的才提到。你看有人寄那个 email 给我啊，你看什么 A 片啊，或者网络上看什么被我录下来，或者跟人家在做恋爱啊，啊，用通信软体做恋爱，对吧？做爱爱或怎样？我怕你录啊。那些就伪君子，就怕被人家揭穿嘛，他才哦花钱，哎，怎么会是那样的？你看，我就是爱，我就是爱，我原来写我就是爱看，不能说爱啦，不是说不好意思这样讲，真的我们然后爱，可是我还是会，我才不爱，我爱的话，我现在不会看 A 片。其实我在录这个之前就是看 A， 已经刚打完手枪射精出来了，对啊，那不是爱啊，这个还不能免嘛，我这里就讲了，对。那以后搜寻得到，搜寻不到。以后等到我们离职了，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分享。尤其我这一块哦，杀盗淫妄，其实我主要就淫哦。其实盗不是偷人家东西，就是像我们读书，我为什么继续不带到企业界，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之前分享那些都有涉及到侵权或者盗版这种问题嘛，那不是盗的范围嘛。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还活着，还没有往生的话，再分享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修学历程。你看现在直播也好，或者实境秀，没人看又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还是一直说啊？我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嗯，因为只要有一个看，两个看都好，因为我们开诚布公嘛，这些都是我们以后的呈堂证供嘛，对不对？我们成就一路走来的，没有任何的不发怒忏悔，啊，自己偷鸡摸狗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然后自己觉得啊我是老师啊或怎样道貌岸然，我们才不干的，我们不干违心之恩，讲到什么都是可以公诸天下，只是看时机问题。像刚刚那个 UT 不方便嘛，我们毕竟还没离职，对不对？秀这个主要跟你讲，你不要跟我讲那些扯淡，我只差没有吸毒而已，吸毒我没这个经验，我不想也不想要有这个经验。吸烟吸雪茄我们都有，那我打手枪看 A 片，甚至。那个嫖妓我都干过啊，只是没有跟人家恋爱或者约那个一夜情过成功过。有了实际经验和实际的那个体会，我们在讲戒淫戒色，
就好像我们之前诽谤佛法，这个现在讲才有利嘛，不是我们天生就守这个嘛？那为什么我们尝过，就好像一个混过黑社会，我走出歧途，后来浪子回头，对呀、啊，你才知道那一条路不能走嘛，不是说我们是未道人士，对不对？就是跟邪恶或者跟坏一些坏习惯不容的，像雪茄，我们现在也不抽啊，那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抽？甚至烟更不，早就不抽了，为什么做到？然后有人问我，你戒烟戒多久？你硬去戒，就好像我现在打手枪，你看刚刚分享那个，你硬去戒，硬是有时候守不住又来再犯了。雪茄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完全戒。反正你要我主动买，我几乎也不可能的。我宁愿把那个钱捐出去，这就是我一个助力。可是烟是绝对不可能。像我第一次抽，我可以去给他偷拿几次来抽，臭的要命，那根已经完全拔掉，完全否定。你有抽雪茄来抽烟，烟真的很臭啊，香烟还香烟呢，它就是臭，不敢见人，所以叫香烟哦。其实你看这都很好啊，因为这个录下来，你可以你看我在佛堂听到的啊。啊，学以致用嘛！哪一天我成就，你知道我是这样成就的，不是关起门啊，偷偷摸摸做那些。你看那个，那还破解没有？这个那个密码我看过了，这个是我用在 LinkedIn 里头的那个密码。可我哪那么呆啊？一个密码是全部用，我这个密码也只有 LinkedIn 什么的，LinkedIn 什么的那个才有在用。买 LinkedIn LinkedIn。LinkedIn 啊，那应该是 Linked，后面加 in 嘛，LinkedIn，对。LinkedIn。LinkedIn。LinkedIn 对吧？LinkedIn，LinkedIn。对啊，LinkedIn。我嘎仔是这个，他这个新闻还蛮大，好像雅虎也被害过嘛。哦，那时候那个官网都提醒我们要改密码，对，没错啊。哎，可是我改了没？我都忘记了，好像还没改，应该可能改，不改他可能不让你继续了。他刚好弄到这个，我这个密码还刚好只有这个网站，所以真的还是五百，台语说的有拜有保佑啦，对不对？那你别的网站你也不能用。没有，有伴有保佑，看有些别的网站以后再聊了哈。扯那么多，我等下6点要准备出门了，想早一点去，还可以念念佛干嘛？昨天去双溪小筑，然后要打个卡嘞，也就没打了。那个是拍了几张照，哎，都可以传到那个 Facebook。昨天晚上我就忘了传。昨天传就昨天的时间，最近常跑这么多佛堂，别人还以为我转换跑道或换道场，不是。所以昨天去双溪小屋更有一番体会啊。像我就趁着我过午不食嘛，然后晚餐时间他们叫药食嘛，哦，因为过午不食，所以不叫晚餐，叫药食的时间怎么样呢？没有，这个先留着，人家不一定要查，对不对？现在都在解，我们就是看这一段。历来对这一段哦，对这一段的解释药食因为吃东西治疗我们饥饿的疾病，就像一个药。那食其实就是药啦这个中国传统中医里头食是药的药材的一种，甚至针灸，你看针砭时政的砭就是食字头，有没有药材或药器，治疗的仪器，针砭的砭就是食部嘛，所以跟食有关。昨天也是药食的时候，我在诵经，后来哇，大家进来了，因为第30系年要开始，哎，好吵啊！讲话的也有啊，像正德佛堂，他严禁在佛堂里的讲话，还是难免有人讲个一两句。那些常绿老和尚比较严格，他竖了好多威吓写恐吓的标语。他自己也说啊，他不应该这样。他分享巴利文说，我们师尊本师当时也是不会用那种威胁恐吓，说你怎么样就要下地狱，以后要受什么啊？不会，他只会说你这样做的话，以后会怎么样？你希望以后这样吗？不希望的话就要戒除这个。
哦，他是劝勉或告知你，比如说我们没有前后言嘛，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告诉你未来可能会怎样，那你要不要这样做呢？要这样做，你不希望得到这种不好的，你就应该怎么做？他是这样讲，哦，他不会说你这样，你以后下地狱，你以后怎么样？哦，那就这就难怪我之前我那个前女友啊，她就说她在那个桃园的一个斋明山，她说那个法鼓山道场就比较严肃。哦，不会这样吵吵闹闹啊。不过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国文教学嘛，有些接引出击也好啦，对不对？让人家佛，你有时候我们板起脸孔，或者说依教奉行，佛陀这样自戒，说规定我们不能怎么样，那他们会说你不通人情或怎样。可他们都忘了，我们是来学佛，不是学人的，还什么通人情？可是人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们也只能那个。所以我昨天就怎样，就训练自己不要被外面的声音干扰就好了。对，被干扰了，不是怪人家吵，是怪自己没功夫。你看这个念头一改哦，你这境界和受用就不一样，点点滴滴啊。哪一天我真的，我早就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走了，我成就了，你们就不要说我身手真怎么样。哎，全都给你们了，自己不要。就好像我教国文，全都给你们了，你们把它当垃圾在讥笑，有没有烂爆的老师在前面？随便你们啊，你们以后经得起上帝的审问，宇宙档案的调阅，那就随你们了啊。这人做事，一人做，个人做事，个人当，自作自受，好汉做事好汉。我刚刚那个，所以他是我们讲过赏，上半身叫衣，所以衣赏其实是两节的，上半身叫衣，下半身的叫赏，啊，或者念长啊，其实念跟那个长是同义。同一个是换布手，也长也是一个巾嘛，毛巾就是丝织品或布做的嘛。啊，这个是这个形声字，只是这个形表这个做成的东西是什么用途？那它从巾的时候表示它是从什么材料来的？所以这个长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的古字啊。可是这个字一样，跟刚刚那个脚趾头的趾一样停止，那么这长被假借成了我们经常的常这样的用。他只好再造这个长转述回，住原来他原来这个是一长，所以你去查这个长，它正标准音就是念长。然后我们呢，我小学的时候可能学得太好了，所以十倍就变成赏哦，那这还变商呢，一声。我们以前学要轻声呢，所以然后我记得还考好几遍，就是所以我对这个字念赏还要读轻声记得好清楚。那后来发现怎么念长还不相信，你去查这些还真念长。可我记得以前是念轻声，怎么现在变一声？你看，啊，答案，不重复了啊。前面已经批评很多民国初年这些所谓大家大师、国文老师，对不对？国文大师、国学大师，啊，其长下逢边的地方啊，然后。足迹不举，身又浮则，则一长下为地，对不对？一足如长的下面为地，长的下面会拖着地板，为就是我们说为顿，好像为地就是那个掉在地上。我们说委托给你，委员就是把权力丢给你嘛，丢给你，丢到你那边。那这是把衣服的下摆丢到地上，然后拖着脚走路，所以说长下委地一足如流水状，好像流水的状。那什么东西像流水？当然不会脚像流水嘛，是衣服下摆像流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我们讲过这个应该是，对不对？假借字了，积如流。哦，甚至积如书，对不对？那这是孔乙己，他当然不能推翻郑玄的注了啊。原则上，书是不能破注的啊。在席上未坐，其形亦如是，也是像这样，这样就是像就是如嘛。他那样子。当走路的，这也可以翻成当啊，当他们在席上还没坐下，而在走路的时候，对不对？
在席上，如果在一个宴席或什么席，这个上不是上面啊，那个上也是抽象文学化的意思，对不对？就要进入酒席的，或者已经这个上有点时间的上，不是空间的上。哦，在席在宴会或者这个席的那个时候，当时在还没坐下的时候，还在走的时候，还没就位，哦，那时候走的样子，走的样子就行了。哦，那时候也像这样，卷顿席其如流也。那这不能句号，亦如是卷顿行其如流，他要这样，哦，也像这样卷顿行其如流。所以他这个，你看我们刚刚没有杀，就是，对不对？他是解释这个嘛。那卷顿行不起如其如流，对不对？那席上也像这样写，走卷顿行其如流，哦，那其实我们这里可以加，如果呼应的原文它是加破折号，对不对？中间有不起足嘛，哦，席上也像这样，亦然，哦，亦然就是亦如是，如是就是然啊，哦，亦就是亦，亦如是卷顿行其之如流，那念之嘛，哦，如果是当一的逢边就那样念之，通了个之。这都前面讲过，希望我不要再讲了，偶尔太累。有没有？嗯，看前面的都知道了啊，哦。然后端行，端行遗留，一经附，附上集。崎岖之解，端行，哦，端行遗留一经，这里好像经可能是一节吧，怎么一经这句话我还看真看不懂，后面是说端行遗留，端行遗，诶，这也没有改到怎么遗累，真的没改到，嗯，这是一经啊，那应该说端行遗留这一节是复上集去之节，啊，重复，这复应该是覆，应该不是覆盖，啊，是经，或者说端行遗留这一段的经文是复上集去之节。哪一段哪一节的经文，啊，端行为身直身而行，所以他是说正玄都说直行不是走直线，是说挺直的身体而行，行即疾，身乃小者，走得快身会好像往前倾嘛，啊，稍微的去折弯腰，弯折嘛，就弯腰，而头直，俯临，头会直的，俯临前，奇怪，宜如乌流之垂，那头就会直俯临，然后前宜如乌流之垂也，嗯，头会直的。直的俯临是这样吗？什么叫头直的俯临？文言文差的，被人家骂就是这样。讲清楚，多写几个字有什么关系？就要迁就文言文，省略太多，讲不清楚，或者也不能怪他，也许他们那时候看得懂，可是我们现在看太多这个字义太多了嘛，因为字义不断的衍生，很难抓住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哦，所以写文言文要注意这一点。哦，不要有这种歧义的发生就麻烦了。哦，前移移还有分前移和后移嘛，哦，移大概就是这两块要移啦，好可惜哦，我们这个你看移应该要画一下脸部的，移到底是在脸的哪边，要画一个脸嘛，然后对啊，然后大快朵颐，大概就是这里在那一直动。解妙语解疑也是啊，
疑就打开了嘛，解就解开，开会笑啊，所以应该就这一块叫疑啊，疑这样会如流，就以鼻子下面腮颊的部分嘛，对啊，啊这倒是蛮清楚了啊。搞不懂疑为什么会如乌流，对不对？如乌流之垂，木流垂，死是见也，身躯前进，不邪如见也，直走，身躯前进不邪，弯，那邪，邪就弯曲。然后变的是极也，炎炎生起冒也，什么生如何起冒？其形欲速而身俱横起也，身和脚都会抬起来。哦，身好像这样会，对不对？身好像会上下摆动嘛，走得很快的话，身好像要抬，身好像。有点，哎，我有时候走快的时候也感觉好像有轻功这样，身体好像要把它往上拉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身和脚都要，前面是讲说俱要起嘛，这里连身也起来，横起也。那总呢是说足后跟也，总为足后跟也。脚就是现在讲脚跟呐、啊，嗯，直归欲是徐屈之时。徐屈之时，出举足，前后一足跟，行不离地，处处言举足，狭处，这里就要念处了啊。嗯速速如也，直归于徐屈的时候呢，出举足，前后一足跟，徐屈的出举足前后，屈举足前后一足跟，应该是这样啊。足的前面就脚端是 抬起来的，后面是拖着脚后跟，然后这样子行不离地，足跟行不离地，这蛮难断句的啊。是出徐屈之时，出一开始是举的前，抬起。足起，抬起足前后，后翼，后面是拖着脚跟，行不离地。走的时候不，走的时候什么东西不离地？可能整只脚，或脚后跟，不离地。这我不太清楚啊，不管，不如我预期的带大家读一遍啊。反而自己看跟这样实境秀的感觉还是有差。我尽量不要被这个实境秀或自拍影响了，好像自己私底下在看的一些资料，这样会比较好。你看言灵方式，我就读这些还觉得有点意思，或者跟卷轴有关，所以才带大家。只要是行步走起来的每个步之间的距离是很广、很大的、很长的、很开的，择吉而劳，走起来当然就速度就快，而且比较累嘛，劳累啊，快而且劳累。那么就折，那狭隘这时候省略了后面凡行不狭，啊，这是一种体力，就是前面提过，后面可以省略嘛，啊，它是相对于广就是狭嘛，啊，只要是走起路来，每一步的距离比较狭窄、比较短，空间比较小，啊，那么就会走起来就比较缓慢啊，而且比较舒服啊，比较，而且嘛，啊，安逸，对不对？安逸舒适，这个意字，这个意的一体字啊，少了一点嘛。嗯，安逸，那尊者逸而卑者劳，对不对？那他解释，
那中国人当然就刚刚我们提到了，对不对？跑腿的才比较出力的，当然就那尾巴夹紧一点嘛，对不对？啊，精神神经绷紧一点啊，当然就。所以君至于施行之节，其别如此。所以君到了，到了施这一方，这个"于"就是一个介系词啊，也可以翻成"了"。到了，从国君到施这个等级，这个等级啊，跟祖先的代表这个施走的节度、节拍或者礼节啊，谁该怎么走那个节啊，不同的，他们的分别像这样啊，像经文讲的那样，《礼记》经文讲，那起居。虽急啊，就是把脚或者鞋子抬起来，虽然快，可手足之荣亦不可忘，亦不可忘有所改也啊。所以虽然是走得很快，可是手和脚的该有的姿态啊，就的容貌，就是的容貌嘛，可以翻成该有的姿态。手和脚的容貌的样子啊，的姿态。也不可以随便有所改移啊！这"所"又出现，这是什么？有改移的倾向或企图，对不对？这"所"还是"的"啊？那文法上所谓的代词性助词，这里是有代词性啊。亦不可有改移的倾向或者姿态啊，或者企图，也就肯定的语尾助词而已啊。那卷正行不举足者，你看这里我都标了嘛，因为这里绝对还有未回啊，主要就这里，对不对？后来我们看那个清朝也是主张什么回旋，因为他说卷是转嘛，转讲不通，他们就说是回旋。那回旋又是怎么样才能回旋行也不讲，对不对？还是讲得太说要看听都听不懂。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刚刚都讨论的，你看现在他们去上帝后园啊，轮罗王那里审判，他们要怎么自圆其说？你讲这个谁？什么叫回旋而行？要讲就讲明白，不要这样，否则就干脆是不要讲。甚至说我就不懂嘛，干嘛这样讲一半，糊弄糊弄这样，不想承认自己不懂，又不给他讲清楚，对不对？那些说难听就叫欺世盗名嘛，沽名钓誉嘛。哦，这个是真的很难听，可是真的严格讲，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欺世盗名或沽名钓誉嘛，亲，我觉得啊，我礼记会懂，我礼记读得懂，所以我还写一本礼记的专书，对不对？研究礼记的或礼记注解的专书，结果呢，那沽名钓誉嘛，像我们不懂就不懂啊，有什么好苛责？为什么？那不是什么叫回旋而行？难怪后来有人有没有？前面我们读过，把它当成舞姿。跳华尔兹圆舞曲，反正回旋在那走，变成舞步了啊，对不对？变成舞步了，啊，你看还高兴聚，屯兴散，啊，因为羊嘛，你看牧羊犬赶羊，高的本性，小羊的本性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大家那猪比较散漫，个人主义。对，他们本性那么散漫，会散一盘散沙，这样比较不容易聚。那小猪屯睡，这个是小羊嘛？这个小猪，小猪虽然他们的性格啊，本天性是比较散的，不喜欢团聚在一起。可是把它圈起来，这里要念圈啊，我们说圈养。涓则聚而回旋于中也。你看，把它涓起来养，它就会回旋在中间。所以卷凳行就好像猪在猪圈里头回旋那样走嘛。所以卷凳行意思就好像绕着狼庙绕圈圈嘛，乱七八糟嘛，怎么可能？上下文都在讲你怎么走的，怎么会变成绕着圈圈在那走呢？这强不至于啊，硬碰到这个就是怎样？我们讲过一个。要么就是里头有典故，这个当然不用典故，这个都《礼记》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典故。九行神功教你，对不对？里头可能有用典，要么就是里头有假借字，所以会讲得那么牵强，越扯越夸张。啊，
有这个警觉，仙人呢、啊，他们就是没有这个警觉，啊、哦，没有这个警觉，或者他们有这个警觉，他故意要欺世盗名或沽名钓誉，然后不肯拉下脸、拉下面子说他不会，就这样很不好。嗯，怎么会择居而回旋于中？中来了，当然是哪里的州？猪圈中嘛，来就是抓罪。上下文没有讲猪圈，可是从文义，他叫捐而养，对不对？把全捐起来，他意思就是说羊不用，所以羊可以放牧，对不对？猪要圈在猪圈里头，啊，在猪圈里头捐起来养，嗯，给他捐，好像，所以他这里还是念圈屯嘛，好像猪圈在猪好像猪圈，猪在猪圈里头这样回旋的走路，是不是这样？那人家前面都讲你步伐怎么走，这里怎么会变成在寺庙里头是走方形绕着寺庙走还是直线走、欸、然后这样应该不是这样，除非是、哦、绕着这个寺庙绕着朝廷走的时候是这样、啊、他也没说，所以难道端行就走直线吗？变形是怎样变急走、嗯、这个有点太扯了、哦、异想天开了，这个答案不也好，也是一解啦，对不对？很难接受啦，他还自己还能接受这个谁？前面讲什么严氏姓严的，像严家干前总统，对不对？啊，不对，方姓方的啊，严明方。哦，所以取况如此，所以取猪在猪圈里头走的样子来比喻这况那个情况，取他们那样情况来比喻这样。这框是动词，取这个情况比喻另外一个比较不清楚的状况，那像这样就是像《礼记》经文的这样，啊，席虽已坐啊，对，席虽已坐，然后他话也没讲完，就是我们在宴席的时候，当然虽然是以啊以坐这件事为主，可是在他们还在走的时候而就坐，就是还在走。而要就坐的时候，席间的礼节当然坐下来之后或者座位的安排这是最重要的，可是怎么走到就位那他们的位置上去呢？他们在走的时候而在就坐，就是靠近嘛位置，我们就位就职，对不对？就是动词，就坐的时候亦以事为节，也是像这样是这样作为他们的节度礼节，鱼尾助词也没有意思啊。炎炎如则如火之趋上，你看孔乙达刚说生，这里说火，对不对？火之趋上，好像炎炎的样子，火一直往上烧嘛，对不对？往上冒，啊、这怎么样？火往上冒，怎么形容一个人走的样子呢？嗯，故意乎流之趋下，所以他说他是跟那个卷顿形，对不对？这是炎炎是对流趋下是不一样。想一下，到底讲些什么也不再讲清楚一点，就这样就完了。哎，你懂不懂？你自己去讲，很不负责任的。这不是光骂这个民国初年，你自己这叫历史，这叫宇宙的时钟嘛。你这个说法也敢留？哎，唯一可取的就是像我们刚啊、哦，也算一个说法啦。我就不信这位方先生他心都不虚。对不对？你这样讲你自己看得懂吗？就像我改学生考卷，你这样写自己看得懂吗？自己都没办法认同答案，干嘛写出来呢？难怪有其师必有其子嘛，难怪会有这些弟子，这些国文前辈都这样混，你怎么会奢望？难怪我们国文教育那么败，就有这些坏榜样在前面嘛，能不败吗？话都不讲清楚，那鬼混，嗯。你要吗？就怪我孙悟空程度太烂，好，我读不懂你那个，你这个意思啊？要么就是你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嘛？你不讲清楚，要么就是我程度很烂，我真的读不懂，对不对？然后我不行，然后好，我比较笨，我读不懂，你解释给我听，你读得懂了，而且解释合情合理，带回二座，这里讲的真的是像那个方先生解的这样吗？嗯，合情合理嘛？那举前一种。与屈履言行不举足，车轮一种容易，好像车轮沿着车轮一定是压着地板走嘛，压着地板走，所以这道理可以说几前一种脚不离开地板，
拖着脚，就像车轮在 地板上拖一样。他这里至少拿区里另外一段文字说言行不举足车轮一种、这一段来做佐证是可以的了。只要已经证经，有一个方法叫已经证经、已经要六点了，已经证经，这里做个词汇吧，有时候我们会常用到这个词汇。我在佛门里头也会已经证经了、基督教可能也会用经典来证明经典。那我现在是要看的是这个车轮印种。对不对？是不是对嘛？礼记经文有，行不举足，也是区礼，对不对？行不举足，车轮运总是同意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引号了。与区的言，车轮行不举足，车轮运总同意，对不对？这里应该可以打逗号，因为它是接着嘛，就上了行不举足，车轮运总。那素素有南境，这个很好，对不对？所以其实卷正旗应该也是跟南境有关呐、我们主张还是那个讲法，什么猪呢，完全是假借字，更不要跟猪扯上关系，是不是？我们是说《礼记》的卷正旗哈。那像那个姚继恒先生，清朝不是披那个皮雅吗？鹿店的皮雅，去养猪，所以他说穿凿嘛。扯到养猪的时候，君王要怎么穿着，怎么走路，就像这个答案，我们刚刚讲，对了，背一说也可以啦，也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你看那么多答案，你去比哪一个比较直觉的，比较正常合情合理？当然，我们这种答案也有一个弊障，自认为自己合情的，也许待会儿说回到他们当事人并不是这样讲，也许六队那个还比较真的有可能。他毕竟还是有根据，他会想到说啊，养猪，然后真的有养猪，他也举出像庄子也提到，真的养猪是有这种仪式的话，那可能是拿来做比喻。那这个就扯得太多了，猪在猪圈里头回旋，要么也取鹿店那个答案，也不会取方士那个，对不对？可是我们以一般的或科学上的比较直觉的合情合理，应该是这样。就行不违卷，那卷论只是假借，这不是 很容易吗？绕一圈、跟卷什么关系，猪什么关系，他一直假，一直在那解释、在这个素素有南境之意，然后《论语》所谓足素素，如有寻是也、那这里一样查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论语》的原文，所以我加引号嘛，但是确定是《论语》的。足素素如有寻，就可以加引号。那个罗宇有，这脚畏畏缩缩的脚，好像有所顾忌，不敢放开，随意的去走，不像散步这样随意、我们前说泰然自若，那个自若，对不对？那样走是这样。你觉得山阴路是有可能是陆游，也可能是，陆游因为他山阴人嘛，那也可能那里姓陆的是大家族嘛，都是录谁？那你这个他敢这样标，就表示他前面应该会有说明，他参考哪些说？你这个时候就要找前面找繁例啊，或前面的序啊，他会讲解，你就知道三阴录是到底是所谓不武，所以既有重武中心。其实原文没有不武嘛，他这也不知道会哪里有不武。不武好像是另外一个地方，他这个可以拉出来。那跟浏览器一样，也可以把它并回去。你看那个，它这里没有不武嘛？没有嘛？
我忘了好像一啊。按字源换行，按视窗换行，按页面换行，按视窗就可以了。原来不知道是几，好，我休息一下，准备出门了。随步是在祭午和仲午之间，徐熙借用是，是说这句话是说。虽君大言虽君大夫徐趋，君汉大夫徐趋亦仲午，也是仲午。那急趋则欲发而手足无矣。圈是句，来喽！就我为什么要带大家看，值得参考，因为有新的说法。这圈的句是什么？急趋则欲发而手足无矣，你看到？急趋则欲发而手足，那圈是句，对不对？所以他是说无疑圈，所以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说读到这里是一句，然后圈要读如悲卷子圈。那这个又是专有名词了，这个智慧能力第十个，这我以前碰过，所以才知道。哦，悲圈，原来是说。秦仲外戚的墓志饮酒器叫圈，这个圈，他说，徐熙又把手之无疑圈，圈读了悲圈的圈，言虽举止稍高，尚循徐，这是一个专有的物品啊，它还是跟弯曲有关嘛。所以手足，他是说手足无疑圈不要弯曲，移动就乱摆，然后圈所以他你看他是他一定是这样，臀形、变形、端形，他应该上下文这样分的，所以他分这三个。可是其实臀形跟你讲，我觉得我也主张三阴路是这个，为什么呢？反正他是假借势嘛，他这样讲也是有道理的。手足不要移，而且不要人家会读成卷顿或卷臀，一定是跟那个猪圈有关，他就误断成这样。现在一般断句是这样，他不认同。他在说徐趋圈域之内，臀抚其手。好奇怪，言举止稍高，上循徐趋圈，上举止稍高，上循徐趋啊，后面什么圈域之内，干嘛又变成圈域之内呢？又变成猪了，在一直在猪圈的范围里头，臀又低着头，抚起手，臀形，盖言勉形，那有点跟那个鹿殿一样，这应该是句号，说猪圈里头，臀是猪是低着头走了，为什么这里又臀形又变勉形了？你看都是这样乱搞。对，以他那个文意应该是这样断的，这要句号奇怪，圈他不是读前面吗？圈句为什么又变圈域之内？他就圈用两次，对不对？圈又跟臀一起读他既然说圈是句的话，无疑圈句到这里句，圈读悲圈的圈，那既然还是念圈嘛，这是圈已经移圈读了，怎么这里还可以再圈臀再读一次呢？
所以我都 不知道怎么断句了。盖言勉行自然的知道是这样的缘故，这是的缘故啊，然是的。因为端行变形之知，从端行变形来推知的啊。端行是说拂玄端而行，变形问拂绝变皮变来行走，这个而都可以翻成来啊，而来行走，而行走来行。那前言直欲归，前可能去《礼记》这里前面欲早前面还有，因为他前面那个方式是引用颜陵方，是颜陵方式是引用那个曲里，我们有查嘛曲里的文字来印证。他这里是应该是讲欲早前面有言到说，前面有提到说直欲归席啊，一样我们查一下啊，好快哦，有点多了。我们要稍微悠哉的讲啊，都一天大概能够录两集就很不容易了。啊，礼拜喜，真的直欲归喜。我这个断句是这样：前言直欲归喜，今此上归直欲，而胜非其志也。啊，那今此上归。所以直欲，所以他这里是讲，现在这里呢是上，然后上归直欲，而非胜其，而胜非其志矣。那这里可能才讲胜嘛，是不是啊？这里讲谨慎，所以他说前言嘛，这个同样是欲早这一篇嘛，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断。啊，今此就是这边讲直欲归，对不对？前面是直欲归。今此上归直欲，而胜非其志，这就不知道。沁园甫士曰：“必言与思行者，助行之徐，非直意也。”这一样，他都用那个意体字啊，我们就尊重他，还是。静分子也，静而已矣。这矣是通矣，讲过啊。那古文这三个字都乱混的，你要从上下文去判断到底是要哪一个。啊，欲尊欲敬，趋位行有所向，急趋。趋虽急，而不武未改也。故曰：足无矣。病言守者，亦不改其拱也。拱着手的姿态。病言守就汗手，这里是说手足无矣嘛。啊，越解释越去那个了啊。所以说，故曰张拱而趋。至于走，则手不能拱而不阔。这个义体是尊重他，就是不阔原理。至于走，这里走当然是讲台语的走躁啊，跑的时候手当然就不能拱起来跑啊，而且步就比较宽比较大。那行的越讲越玄啊，我真后悔带你们读这个，没什么营养啊，我们看快一点啊。不举足，行不举足。直到空一格了，足既举，则衣无波矣。
脚尖抬起来依旧没有波，你为什么要波？波动还是波动嘛，顾其下赏，你看上半部叫一嘛，下半部叫赏，顾其下长，顾其长下下面缝边的地方好像水之自动焉，自己在那动，像水自己在那流动一样。其上亦然，曲里这一篇是预兆啊，曲里将袭，将即袭，即袭就就袭，我们即位就就位，将要就上了那个席的座位啊，一无波，你不要去波动它，足无觉，脚不要好像绊到，被拐到视野，这应该是这样。席上依然，他是说将即席，就是解释曲里了将即席一无波这一段。打句号可能就找得到，找不到。啊，将哦，它中间有将徐徐，一五波足无曲，中间有三节号，炎炎锐利也，巨头发起之貌。巨头翘起来的样子像炎炎，那样子叫举前一种，若所谓不举足，则前亦不举。举前一种，若所谓不举足，则前亦不举。什么叫所谓不举足的？这一句难就难在钱到底是什么东西钱，对不对？不举足前，则前亦不举也。速速如也，则有缓而已。他这个已还是用这个已。直播怎么自己又哇？好，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我先暂停，挂了就看演出，因为这一集没那么重要。接下来就去看这个，我休息一下，要准备出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隔了一两天、两三天，可能都有了啊。这个因为电脑要更新了，所以赶快把这个录完。那重开一集，重开一集这个就毁了。那我们上一次看到什么呢？我发现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啊，那个好像到这嘛，不举足其暂停一下，阿弥陀佛。我可能还是先去，已经上公园嘛，先去吃饭。我们庆福，庆元府四月，我们下一次从这里再开始啊。上一次可能看过，没关系，衔接一下。啊，把这个看完再看这个陈浩的啊。那这里就《礼记》这部分，还有卷顿这一部分就算圆满。五四这个还是。它还有程式礼记集说，这礼记集说有两种，我们再看一下。哎呀，我干嘛给它拼错？程式礼记集说，那看有没有除了四库全书本，我们可以复制这个，有没有别的版本可以选择？没有就看吃早堂，吃早堂一般是比这个四库全书会要一般版本是比四库全书好，也有哦。
可是这个我记得好像不是，现在我还要帮他改，这个不是陈浩的，哦，五星重组的，嗯，这个是我改的郑元庆本清朝学者证明，是清朝学者又来一次，好吧，那我们也来一次吧，那到这个本站介绍这里可以查作者，书名兼什么。陈浩没有就看《四库全书》本，好，哦，有《礼记集注》，它不叫《礼记集说》，哦，《四库全书》叫《礼记》，哦，这个好，这个哈佛的 MD 大学不少善本，哦，陈浩我们当然就看这一本了，哦，《君与诗行皆武》，对，很好，啊，那叫《礼记集注》，我们看一下卷首就知道。啊，港龙哈佛燕京大学，什么《礼记集注》？哎，这感觉有人整理过，难道又是我吗？现在可能也啊，还是我。两年前，快两年了啊，一年半。好 ，OK， 暂停，一起用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赶快来看那个《礼记集说》。我们先看宋朝的魏史的，哦，再来元朝的陈浩。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原来陈浩不叫《礼记集说》，叫集注，哦，是《四库全部书本》叫集说，所以你用集说查书名是找不到的，要用人名。那我们先从这里沁园府试，这我应该都读过，可是这里就是没有断句的，就表示读比较不懂，啊，你可以看一下，目前应该也只有我孙守贞跟林詹梅一样，哦，比较热心公益，然后，哦，来沁园府试，必言与诗行者，他是著行之徐，非止意，哦，是要注明，哦，注明，把它显著起来，就是彰显出来，行之徐走路的慢步调，哦，慢慢的走了，不是止于这个天之还原，就只在安逸，就是走像散步怎么样，悠哉悠哉啊，静而已，重点是在静啊，即使慢慢走也是为了静，这个已这个前面讲过，所以我确定这里我们的带过啊，这个古书这三个是不分的，你要从上下文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啊，这个现在分就叫四嘛，地支十二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的巳，嗯，那欲尊就欲静，欲静可能就慢一点，对不对？啊，这个关键在这个静。虚就是为行有所向，现在我们说往哪里跑，往哪里走那个意思，它这一带，所以行走的是有向着的地方，有所向就是有面向或向着的地方，就是所是指示性代词性助词，对不对？文法上那个叫什么代词？这里代词是代那个向的地方啊，哦，做它的受词。还有代词性，我们之前都说这是代名词性啊，哦，是一样的，就异曲同工了，啊，名字取的不一样啊，哦。所以全天下也只有我取什么九阳神功、十全大法，每个人取什么不同嘛？文法家他取什么代词性助词？那我们现在还没看代词性助词嘞，哦。那急趋虽趋，趋虽急而步未改啊，步就是指脚步啦，哦，你可以说这个步来望文生义的话，我们说步就展开来，我们说公布天下，公布栏，对不对？展开脚步，武是足迹脚步，所以你看他这个还没有，这跟武力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国防部武力的，有没有步足迹分散不重叠未及手。哦，那这是专门讲走得快走得很急的急诊室的急，然后就通个，那也可以泛指一般的行踪。那他这里沁园府试的说法，当然上下文也知道他是讲说一般的行踪，不是说趋虽急而急走得很快，那你这里已经急了还急走一次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可见他这个步是用刚刚汉语大词典那里一般的行踪，是说行走的这个 tempo 步伐步调是没有改变的，哦，行走这个频率啊快慢啊
所以说足无疑。所以他这里是强调这个走路的足迹，所以他解释这个足迹认为是足不要移动，就是他这里反而不是移动，被他移变、我们说跟动改变、我们说气候迁移，对不对、现在不是被人类破坏的那个大自然，然后对不对，气象气候变迁嘛、那移就变，所以他是说这个足的 tempo 步伐没有变。那并言守者，这主要是讲足迹。那为什么还会提到守呢？他是说这个《礼记》的原文，他是说守足无疑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他是讲足无疑，可是为什么还会提到守，连守也拉起来一并的谈呢？那言是谈说动词，一起谈到守这个意思呢？我们加一个引号表示它是原文。亦不改其拱也、是说手没有改他的拱的拱手的个姿势、所以说张拱而屈啊。那我们可以查一下，张拱而屈可能是那个《礼记》的原文。我们用免费使用就可以了，他就可以用十三经了、哎呦。什么东西？一看上下文有吗？知道跟这个有关的。你看，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礼记集说》，对不对？这里也是清源俯视，你说它这个比较长哎、正义，所以这个可能是《礼记注疏》。原欲。专礼记艺术，你看他用那个汉第五册汉语拼音，钦定礼记艺术了，预转呐、这两个，所以他书名叫钦定嘛，皇帝定的预转礼记著述艺术。就是有这一本，点一下他首页，就这也是那相关的，没什么。对，预算年轻艺术，那我们这里可以给他可以编辑，他不能编辑，只能写评论，那我们就给他加个评论啊，预算年轻艺术。所以他是汉语大字典预转，年1748，大概康熙年间。礼记艺术嘛，他都用汉语拼音的。张拱而屈，吾曰张拱而屈，那他这倒是没有讲。哦哟，俯视广、所以叫他这里是说沁园俯视，是沁园是他的礼籍嘛？他那籍贯是在哪里？那这里有写出他名字，俯视，对不对？姓俯，很特别的姓，这个姓氏很的啊，就叫俯广。那你可以查一下，应该蛮有名的，这个我有印象的人。宋高宗，南宋初期，南宋南北宋之间的。一样，那个艺术这些都是常用的古典文学的预转啊，这些。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以后都可以打得出来了，好，所以这是还是他的说法。那这也是说故曰张拱而屈，应该是还是有，他既然会说故曰，那应该还是有那个嘛，
别的经籍或者那个典籍里头提到这个嘛，他怎么会这样行文，对不对？上课跟人家讲卷断课本注释抄汉语大字典，用那个授权使用，没有，奇怪，他为什么说故曰张拱而切？一般这样行文，这样写文字，大概他都是前有所本，前面有人这样讲，他才说，所以说张拱而去，那没有，他自己在那个吗？啊，整个网络竟然只有这一个，那这一定还是那个福广的嘛？我们顺便查一下福这个特殊的姓啊。念辅郎没有破音字，没有姓，我还有叫辅郎。嗯，好，我也好奇怪，嗯。至于走，那个我只能批评他了啊，自己哪有这样？你这样的话，应该是对经典的原文有所解释，然后自己的还是他有看到哪一本的啊？也可能是译文，就已经王译的。啊，这个译文，啊，王译的文字是一样啊，哇，连这个词汇都没有，凶悍，这古典就可以。哦，已经王译不能见，他看到，可是那本书可能不见了。就好像我们之前谈到，今天上课也纠正课本的，今天所可以看到的《神仙传》。哎，看我们这个就可以了，刚好上课给同学看，对不对？最后嘛，安得长方书地法，然后来教他们怎么用那个。你看，长方说地，为长方能说地嘛。那这个《葛洪神仙传》就是王译了，刚刚说译文，所以严一平，民国。560年代、670年代的严明平教授才把它再重新收集起来。哦，那个王译的译，就是刚我们谈讲那个译文的译。那那个福广看到的可能有王译，唯一可以帮他讲话的就这个道理。没有的话，他为什么这样写文章？哦，这样写这个文句就很奇怪哦，根本都查不到这句话，他为什么张拱而去？我就是他是不是照着原文讲的，他可能转述哦，表讲那个大意哦，不一定是照着原文。至于走，则手不能拱而步阔远矣啊。如果是走，走当然可能比行行走行走，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分行是比较慢的走，我们讲过走还可以说会跑走嘛，所以他会比较快。走的话，手是不能拱的，因为要快一点。然后呢？而步阔远矣啊，这个步伐，这个步当然就步伐了，步伐就比较宽阔，比较远了，这都一体字，这两个字的一体字，不同的写法啊，不同的形体，这叫一。然后行，这个都没有改，就不用动它。行不居住，哦，你看我读到这里。行不举足，足既然啊举起来，则衣无波矣，衣服就不会波动。足举起来，衣服可能就不要波动它，因为脚就把衣服，这应该是长啊，严格说来，对不对？衣服的下半段是长嘛，哦，不用波了，大概是这样。这个无可能可以通这个，就不用，不需要，哦，不需要去波它。故其长下，哎，这个提到讲长下的缝边，啊，气如水之自动也，啊，像好像水自己在那动，啊，长下细好像水啊自己飘动，因为被足走路的步伐这样去波动它。那席上依然是在让他解释什么叫席上依然，他引用曲里这一篇是玉藻啊，
将即席一无波，对不对？就是回应这里，然后根据这个来讲，要即席的时候一无波，足无厥，是也。所以他说玉藻这里讲的不举足，其实就足无厥。这个厥不是跌倒啊，我们之前查过好几次这个厥，像我们地震歌这里有犬马那个救马失厥，犬亢奋，这里是跌倒啊，好像站不稳啊，马厩里头的马也站不稳啊，这圈臀就好像前面的救马一样，对不对？这是马厩里的马，这个是猪圈里头的猪嘛，嗯，前面是他的养马养猪的地方，就在马厩。对不对？这个是厥，是跌倒啊，站不稳。那可是这里的厥是抬起来，把脚抬高啊，所以他说足无厥，他是应该是通那个厥，有把脚翘起的意思啊。厥的话是踢也可以啊，脚不要乱踢，对不对？那厥有没有？就是前面的救马失厥，犬狂吠，然后有突然而起，对不对？这里当然是决然而起的意思。所以你看，连这个一个字，刚刚我们讲那个字形，自己的己，陈氏五味的氏，已经的已，对不对？那从上下文判断，同样一个字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意思，你要怎么判断？还是上下文？所以上下文这么重要，重要嘛？所以才为什么不管七星大法还是九阳神功，都离不开上下文这个东西，对不对？上下文呢、啊，是不是？上下文都还特别大，嗯，就是这样嘛。不过你怎么知道这里到底是跌倒还是踢起来？脚踢起来，甚至是，脚在那里跺步哎，对不对？也可以叫厥，对不对？刚刚我们那个厥嘛，他念厥，好，声音稍微变，声调变了一下，踢的踢啊，跺步，哦，然后，所以脚就不要乱动啊，脚不要抬起来，衣服不要去拨它，是，要快要就位了。席是席位嘛，席就是就位的时候，在席上宴席上要就位的时候，是也，这个是是非的，就是这样，就是这里讲的不举足，行不举足啊，一无波。那眼眼是锐利的样子啊，他这个是取眼的刀部，对不对？刀很锐利，就是好像寒光闪闪发光。那前面大家都讲火，因为它左边是火嘛。火的光亮光就好像刀的光一样，对不对？都可以啊，通了啊。那锐利干嘛锐利？那他说为什么讲眼眼的锐利呢？是因为鞋子的头发起的样子，好像刀子往上翘，对不对？尤其古时候，像现在女孩子有些鞋子也好尖，对不对？头也很尖啊。那发起就举起来啊，发起啊。我们说举发人缘不法，哎，所以发有举的意思，可以举起来。啊，然后起也是举起嘛，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有抬起来、举起的样子就之貌。然后举前一种，嗯，它这里没有用举，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这里就用举了，对不对？举前面就举脚，前面就是鞋子头嘛，头是在前面啊，啊，拖后脚跟。若所谓不举足，啊，举前一种。若所谓不举足，则前亦不举也。啊、哦，他说，《礼记》经文里头讲的举前一种，他的福广是说，若所谓不举足，则前亦不举也。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关键难就难在这个"前"的字什么。哦，来了，因为别忘了刚才讲对那个上下文重要，当然就是哪里前，举头嘛。啊、哦。所以前意不写，举前一种，若所谓不举足，他是说，假若是所谓说的或者提的，现在针对的是不举足，就好像前面这里提到行不举足的话，则这个前都不举了。那这里当然不是不举足，所以前要举，对不对？所以这个前还是这个前呢，还是脚前跟，脚前端啊，不能脚前跟，跟在后面啊，脚前或鞋子的头。也不举起来，也就意嘛，不举起来，不抬起来，就不发起来了哦。我们说发起一个事端，对不对啊、哦？也是有抬起、举起的意思嘛。我们举办、举行，对不对？都有抬起的意思啊、哦。啊，速速如也，则有缓而已啊、哦。那意思就是说，经文为什么讲速速如也，则就是
叫你要还，有还就好像我们说有钱，那有没有钱？很有钱，所以这个有的孔武有力的人，有钱也有，就表示要注意，要慢慢，很慢，可以翻成很慢而已罢了啊。这乙你看也是从上下文知道这个是念乙嘛啊，所以你看他都不分乙啊、是啊、己啊、自己啊，这有缓啊，所以这个有就是当成像有钱人的有，就是一个修饰后面这个情况是更加深的程度更大。就要非常注意，就要非常慢，可以翻成非常缓慢，非常就是这个有字，就台语的无啦，无岁就非常美嘛，无金就非常有钱，这不是有无都有啊。接下来精华，范氏曰，不知道是谁啊，他是说词语诗行。施行部其徐之节，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意在徐行及行之间啊。然后之，他用这个之，我们就尊重吧。一体是织布舞，织广狭，这个织布舞也是脚步了啊，就步伐。我们现在讲白话是讲步伐，文言讲步啊。那别忘了这里也可以写这个步，对不对？所以你看，刚刚我们也查过嘛，哦，步舞织广狭，就脚步和足迹的广和狭，曲履啊。也是仙女奇缘，是鞋子跟前面的句一样。知词数，就词它一体是一样，我们就尊重它。词数，否则你电脑造那么多字干嘛？也不用，对不对？哦，那这样呢，哪一天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查哦，这些字在哪些典籍、经典书本里头有用过，哦，这样反而可以找到。假如你都啊，完一体就是标改成标准体，就全部都抹杀了啊。哦，曲履，只要走快步的是缓慢还是快一点？先王治理，必在锁紧啊，锁又来了，所以你看看，就读会锁有啥？岂可？哪里可以？这个可以跟白话一样啊，哪里可用？甚至你可以翻成可以用小事故，就小事啊，细故就小事，故是事嘛啊，细是小嘛，可以小事。用小事件来看他呢，他就知哦，来当天之还原嘛，哦，就看他。盖自是盖自是冲之孝悌，发乎朝廷。挺很妙。啊，还真的有这个字，明白？而他这个撇，我们就写正体字就好了。啊，还是有差别。对，现在这个形状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用正体啊。放乎道路，所系其不重矣。那这一个范先生，金华在金华住的，或者老家在金华，籍贯在金华的这个范先生，他的主张，他不是解释这个文字，他只是说啊，你看那个走路了，对不对？和这个祖先的代表诗啊，诗位苏丹的诗，走路，对不对？走路的这个脚步，慢慢的还是快快的，还是慢慢的这个节度，对不对？一定的。这个程度啊，或者这个速度，这是尧舜这些圣王的道理啊。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啊。那这里说这个节度是，他是推论这个起源是好像尧舜之道孝悌，就圣王的大道是以孝悌为根本啊，就不外乎孝和悌。那也在徐行慢走和快走之间。啊，表现出来嘛？你怎么表达你的孝和悌？就是走路的速度和
步调来表达的、哦、来展现。然后他说这里步之广狭、哦、这里表现了你走路的每一个步跨出去的宽长大还是小，对不对？狭小嘛，广大嘛，我、哦、可以说翻成大小。那趋里是时速，假如是要走快一点啊，趋、哦、里就趋很快的这个鞋子，那当然就很快的脚步了啊、哦，很啊走快的稍微慢一点或者是更快。先王在治这个礼节的时候，必在所谨，一定都在谨慎的地方特别注意。对不对？所以锁紧就谨慎的，他认为该谨慎的地方啊、哦、必在锁紧，意思就谨，就好像前面不知道谁提到静嘛、哦、就是一个静字，谨、哦、就是有静，所以我们写书信有时候谨起静起意思是一样，很谨慎就很恭敬。难道可以用就以字、哦、可就可以、哦、难道可以用小事情看到他吗？看到这些节度、哦、这些不同的礼节吗？啊，哎呀，自是冲之孝悌，对不对？哎呀，自然是、啊，一定是，必定是，想当然耳啊、哦！哎呀，就是盖发语词了啊，一个句开头。哎呀，一定是怎么样？自是人生常恨何然中，就一定是了，必然是啊，不用想。哎呀，所以直接翻译是自然是的意思啊、哦。那是是非的是啊，就是这样，是那样的是。自然是冲之孝悌，把孝悌的金盆把它充满光大出来，冲之孝悌，发乎朝廷。你看他这三句仿乎道路，所以前面的动词后面一个介系词再加上一个他的对象，你到底要充满什么东西，要把孝悌充满，所以叫冲之孝悌、哦、然后要在哪里发表呢？展现出来在朝廷，所以发乎朝廷，你可以读成在朝廷发，在孝悌充，对不对？然后呢，在道路放，这个放乎道路就是放诸四海皆准那个放的意思。啊，这个礼节走在道路上也应该要遵守这个礼节，才是最谨慎的。必在所谨，所谨就是我们说必在所爱嘛，就是你爱的所谨，就是谨慎的，该谨慎的地方，哦、嗯，该注重在乎的地方。那所系哎，关系的东西难道不是非常重要吗？非常重要就是种子啊，马就是鱼子啊。所系关系的东西，系就联系的东西，的东西又来了代词性助词，就是所嘛。这联系关系的东西啊，这个系要注意跟关系的系在这里是通的啊。你既然联系起来，就一定产生关系了。所以不要看这只是走路的步调。跟它相关联的、哦、跟它相关联的那个的就是这个所字、哦、跟它相关联就是这个系字，跟它的它是省略的、哦哦、省略主词了、哦、它这里应该写说它所系，这个它是带这里走路的步伐，不管是在朝廷在道路啊，或者为了表现我们的孝悌的精神、孝悌的修养，孝悌的品德、嗯，难道不重要吗？哦，这不是在解经啦，他只是发乎他里头的道义。为什么连走路人家先王，对不对？这些圣王都要规定好，哎，他就觉得可能这是尧舜留下来的道德传统了，是不是？那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乎这些。接下来就另外一段呢，就不是我们要谈的了。所以我们这一本是。未时的就到此圆满啊，那接下来就是浙江大学，我们讹了一下，不要从美媚外，对不对啊？中国大陆或者我们中国人也不错啊，浙江大学，希望我们台湾大学哪一天早一点看到有台大、师大什么的啊，东海大学都好，东海大学不要小看人家的三本书也是不简单的，可是你不肯这样公开给大家用，那么人家你看这些大学，人家不在乎这个就。再来你看这个吃早茶似乎全书是浙江大学提供的，可是最重要的是谁你知道吗？我一看到这个我就知道是谁了，净空老法师捐赠的，你看啊，竟然删掉，怎么可能？他难道是四合一，原来那个世界书是硬的，他给他切吗？有那么大的精神去切它吗？
切成一块一块的，那也太厉害了。那么这里很明显被盖住了嘛，不一定净空老法师捐赠的印可以盖在这里，然后要普及，连这个都要去忌讳嘛。有时候你看那个网络上分享资料，你会发现浙江大学图书馆有一套《吃藻堂师傅全书》，这个就是净宗学会啊，净空老法师带的净宗学会捐赠的。他买了两三百套的《师傅全书》会要赠给世界各地的大学，浙江大学当然是中国大陆数一数二有名的大学了啊。他的名气可不小于北京大学那一滴流的啊。然后觉得不数一也数二、哦、我们顺便复习一个叫成语，我常常也会写错字。我以前数一数二，你看大家都是这样，我以前还理工组的嘛，大家应该没忘记。我也很怕，我也常写错，你们会犯的错我也常犯啊。后来才知道问题都在哪，不管字义嘛。你看当我管了字义，你看我现在打得出来这个成语，它也可以帮助我不会打错别字啊。它是数一数二了，像是我们 手指头第一名第二名都要数一数二，所以它不是数，以前都以为是属于第一名属于第二名，对不对？所以是这样，其实不是的，是数一不是数第一只手指头就是数第二只手指头，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叫数一。所以你看有另外一个意思更明显，那么逐项为什么说逐项这样，就数第一个好像点名嘛，第一个第二个，所以它是数的意思，好像数数字数的人头那个数的意思、哦、这样你就不会写成部署的数附属的数了嘛，对不对、哦、那你看这个字眼不好，就是他都不讲解，你看有几个会像我们，他有时候会讲有时候不讲，像那种不讲的就不好、有时候会讲解这个数是什么意思，全班数他功课最好，这也是以前都会跟那个属于他功课最好，这不通嘛，我们什么叫属于他功课，可我就会写成属于的属。那属他就是假如我们要来算的话，要来我们说如数家珍嘛，什么叫如数家珍，就是把你家的珍宝拿出来盘点一下嘛，清仓一下一样啊，这里来清算清仓一下，全班功课谁最好，当然属他，这样算来算数就算数嘛，数一数那计算啊，算一算看，查一查看一看，还是他最好，这样就你就那这个数其罪为什么要责备，因为把你犯的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把它数出来，所以你看这个都不跟你讲，后来引申有责备的意思，这样来的，他原来还是数计算嘛、啊、当面数他的罪过数出来，把他的就是当面把他的罪过数出来，你可以说倒叙重组先读后面、啊、要面数其罪，你看这个哪有几本字眼会像我们这样跟你这样讲解，才会程度为什么那么差，就是这样，对不对？都只哦，面数其的数是责备，然后数人头的数是计算，好像两个不相干一样，所以我们才讲一个，我故意取这种俏皮，所以你看D卡果然不出我手料，就有人家冷嘲热讽，还自己创一大堆表格原理，对啊，我就故意取这个滑稽的名字嘛，这不是吗？对不对？本来以为哦，数是面数其罪，面数其罪是责备，然后这个是计算，好像两个不相关嘛。可经过我们这样解释，是不是根本就是表哥嘛，同一家人嘛，是不是有关联？你现在你程度语文程度要好，不是光中文，就是要注意这种文字字义上的关联性，不要觉得哦两个是无关的字义，那你就太逊了，懂了吗？那您北本来也是理工组的 啊现在怎么变成中文博士，你抓到那个要领，你管你原来是什么的，你也可以变成中文博士嘛，对不对？你看都不讲形容突出，为什么数一数二是形容说数什么意思，是不是都不讲？所以 连那个汉语大词典，所以有人笑汉语大词典根本就照抄国语词典，对不对？这两个根本就照抄的，不是吗？你回到我们刚刚那个意思是不是一样？对不对？逐项些，他只是稍，他怕人家骂他稍一点，他改成一一列举，那举的例子还不是还是警示通言，路人真问其故。哎，数二数一数二，告诉出来了，看一下，细细分剖出来，哦，还不错。哎，逢人告诉，哎，是不是照抄同一段文字？苦情没有、哦、还不错，他至少还把
虽然都用警示通用，他抄另外一段，哦，还好没有完全照。可是其实换汤不换药嘛，精神还是一样。然后人家鬼师也不解释为什么是出类拔萃，你也不解释什么叫形突出，为什么属跟突数学的属跟突出有关，是不是都不讲？然后这个原来书的样子啊，没错啊，对不对？啊，最后跟你讲这个念三声属，四五属，也不讲为什么属有突出的意思。所以你们就知道，就像所以我们之前谈过老师、医师嘛，为什么都叫师？医师看你生理病，我们就看你心理病嘛。那中文老师就看你这个语文，尤其母语中文学习的病。你看我就把你挑出来，针砭出来了，对不对？有一个成语是不是叫针砭？对啊，我们前面还讲药食的食是跟药有关，对不对？那就是食材嘛。把你过失指证出来，把你的我们说症结，就像一个人生病，他到底在哪里打结了，对不对？他的病症是什么？在哪里打结不通？叫症结，结块就是这个结。啊，病症就是你看症跟症跟症是不是声音一样，声调不一样而已。啊，所以你看词典都是这样，跟你这样翻译一下，也不讲症什么意思，结什么。那怎么办呢？大家都是这种词典，你就所以我们教你没办法，就怎样？你自己在读词典，要问他，哎，他的结块从哪跑出来的？腹腔原文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嘛，对不对？那一定是啊，哪些特别专指腹腔的？原文只有针和结，哪有腹？然后肚子哪有腔？那么你才会去搞清楚哦，他原来就是病症的结打结的地方，不一定是结块。我们说一个死结嘛，我们说恋父情结有什么情结，对不对？一个关键处，一个打不开的一个结在那里啊，那个打开了，你病就好了，就类似这样啊。这里我们这段我们就那个帮他整理这个经文就好了哦。凡形容 TT， 他是用洋洋哦，不是 TT， 这里多了一横是洋洋，对不对？他是洋洋哦。上面一个日，它这个日还两杠还连下来，有没有？所以这种字形应该是弄成长，可是应该是 TT 的警惕的 T 才对嘛？那错别字啊，就好像江邑江场，常常都有人就变成江场，对不对？明明就应该是边疆，这个邑是指边外，就像边疆一样，这是同义副词，跟场地是没有关系的嘛？因为它少了一横而已。字形很像，就常常有人弄错。庙中，我跟你讲，鸡如流的鸡鸡可能就类似这样，对不对？庙中要挤挤或者滋滋哉哉也可以。哎，它这个是齐齐，不是哉。这个齐本来就可以通哉嘛，字形都换过，少了上面三个点，像一个小。你看那个哉是不是跟齐只差这里有类似大小的小的？这都可以算字形结构换不得，九阳神功第三招呢啊！然后在朝廷呢，挤一挤，你看他既然用不同的，就表示这里头一定有差别。那我问你，在宗庙、祖宗庙里头要更谨慎，还是在朝廷？朝廷是当今圣上，祖宗庙是圣上的祖先，哪一个更大？太上皇嘛，对不对？可见这个是不是比挤一挤更要恭敬？那鸡如流，我们前面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不对？鸡如书。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态度或走路的样貌？所以上下，这是要上下文可以帮助你读，不要看人家注释或前朝的学者、大家、专家这样注释，你就哦，真的一定是那样。谁不会犯错？什么都要回到二座去判断到底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他是有名的权威就一定听他，他就一定是对的，不可能错。那就好了。然后。这既然看到就帮他改，这正式就正选了哦，正式了，因为，他这个也是洋洋嘛，不是 TT， 他就是洋洋是直系猫，其实应该是 TT 啊，比较痛。好，这个是喂食的本子啊，那我们就到此。接下来看的是这个，那就越慢了啊，这个也是喂食的嘛，这个念食。右边是不是念四？四四四四，十。对啊，十，对不对？我们讲完声调不重要嘛，忘记的话自己复习九阳神功。
是不是声调不重要？有这个反白有一个声调不重要，嗯嗯，是不是念十？他不念是了，右边是是是非的是。这当然你要稍微背一下嘛，所以也牵扯到这是什么智慧能力嘛。那这个只是考你背的记性好不好而已啊，你背得多又背得对，当然了不起嘛。哪里了不起？只是记性好而已啊，或细心，因为跟学问没有什么大关系嘛。学问关系是哦，你知道明明右边是念是，为什么可以变成念十？哦，这是有学问的，因为声调不重要，对不对？那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就好像。不知道地心引力，只知道苹果会掉下来扎到头，所以人家是牛顿，我们是凡夫嘛，是不是一样道理？你懂原理的，就是比较高端嘛。啊、哦，来，我们从这里开始整理了、哦。这一本就是元朝的啊、哦，刚刚是宋朝的卫士，这是元朝的程颢。OK， 看这什么程颢，元朝的程颢。我们看到。先看他第一册，看他前面是这样，刚刚有看到对不对？这个序，然后这个有趣的是，那个章都蛮可爱的哦，盖的也很漂亮，有机会再帮他整理啊，《礼记集注序》这个一定是我整理，我这里可以打一些他的藏书引嘛，这个都我整理，所以我会打的藏书引，其他没时间细看那个印是什么了。你如果读得懂的话，就知道他曾经经过谁的，好像是知止堂，对不对？知道停止，知止就知足嘛。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什么叫知足啊？那我们查看有没有知止堂这个东西。知止堂系，对不对？那我们讲不是记了印，你看知止堂印有那么多，有吗？藏书印文知止堂，你就知道学问怎么去做。知止堂也许就是元末明初杨维桢，当然可能不是杨维桢本身，钱惠珍我们前面碰过对不对、哦、也是卷顿有碰过，他有一篇文章帮他写，你看知止，这是另外一个，这是知止的哦。看有没有我们这个知止堂，一时是没看到啊，明伦堂，哎，对不对？一模一样，就是这一个。然后这个藏书印，你看还日本人做的嘞，对不对？知止堂，然后加什么，就是这个印嘛，好玩吧？对不对？一模一样，而且都是白文，这个叫白文，文字是白色的。也叫阴文阴阳、哦、阴阳的阴，因为白色的字是不是要挖下去磕下去，就好像女人的生殖器是凹下去的嘛。那如果是红色的字就表示它凸出来嘛，叫阳文，像男人的生殖器凸出来，懂吗、哦、那用颜色来讲就白文，那个男性的那个阳文叫朱文，朱他不讲红文，朱砂嘛、哦、红朱文，我们说朱门恩怨、哦、豪门朱门啊、朱元璋那个朱啊，知止堂你看一模一样，对不对？它也是白文，对，这是知止堂。嘉宾字孔昭，它这里有没有嘉宾字？没有，它只有知止堂。这是另外一个，哎，这就是嘉宾字孔昭啊，哎，这是嘉嘛？哦，它是这个嘉。不一样，那个是家庭的家，家什么？阴阳混在，阴阳，你们这个我们刚刚提阴阳，就是这个是阳文对不对？这个阴文、哦、因为它这个是黑白的嘛，所以红字会变成黑字这样呈现。哦、中央大学东洋文就是，你看原来的书是。毛亨传对不对？郑玄都是有名的经学家，其实他这本书叫什么书？那《经部会科》哦，《毛诗注述》哦，《十三经注述》，是不是？好、哦，我们这个分享给大家好了哦，支持他。
古文共欣赏来分享，至少知道有这个藏书印的这个网站可以用，就可以放在资料库，然后藏印文物里头的藏印，这属于藏印，古籍也可以了，收藏章，或收藏印都可以。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书签，我现在书签最大宗是在 Chrome 这里，那你可以用这个导，看我们重复了没有，资料条没有，就这个，你看还有很多这个，中国历代书，藏印，这样以后就可以用。等他抓到玉兰吧，所以这是栀子堂，没错，你帮他弄。那大汉河下面呢，就加个栀子堂。栀子堂，前身祭天立即，因为他这个上面还有文字，我们就一样给他落空几行。那上面通常这个文字一样，像这个印章，我们是会用三个这个符号在它这个网站，那这个是显示不出来的，一般是，先是前圣祭天立己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示，这一定我整理吧，立教之书，有没有？义莫先，义莫先于礼。礼仪三百，位仪三千，俗非精神，心术之所依，故能与天地同其解，世代损益，世远精产，其象不可得闻。一里十七篇，先这样了，好，进入这个陈浩的元朝陈可大先生，陈浩，最后可以看这个序是谁写，序壁有没有？序壁最后会签名，陈浩他自己的序，所以这是自治是元朝的年号，诸臣甚欲救政于四方有道之事，希望对往到四边各地方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士去救政，就是讨教指政，而衰年表示他书写完了已经，也年纪大了，衰年多疾，游历梁间不容易，到处走了，孤藏今世，姑且就藏在自己的地方了，金饰就是收藏的一个柜子啊，或者收藏的地方，其实就是书房，可以翻成书房，以示来着，试着等待未来的有能力的这个有能力有学术的人士啊，像哲学家的哲嘛，然后自教方兴，知礼者或有许也，是说。那个元朝的统治啊，对不对？文治武功，文治武功嘛，文教才开始兴起，被国家重视，知道这个礼，知道礼的人，这个人跟记者一样，如果有国家有这个学术或有德人是知道礼仪是对或礼节对国家的建设的重要的话，或者或许都可以有许愿。或许当然这里是省略啦，对什么东西有许，
对他这本书，从他这本书里头可以取出来一些东西来参考，哦，取出的东西是省略的，嗯，或者有取出的东西供他们执政，哦，或建立体制的参考。亦愚者千虑之一，愚者当然他自己的亲者，谦虚的称呼啊，愚笨的人。费了千丝万缕的那个思虑，对不对？千虑就想了好多的之一耳，哦，就是千虑之一，就千虑一得是一样。像我的斋名就叫千虑一得嘛，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他这也是省略了一什么东西一得嘛，能够有一个想到对的答案，对不对？想了那么多，可以想出一个，人家说三个臭皮囊胜过一个诸葛亮，能够想出一个可以供一些大方之家参考的答案。然后这个是十的一体字啊，十，一样，我们用这个符号，它表示强制换行。嗯，十，这个是这个字的一体字啊。那他省略此此时就写完这一首序的时候是在自治。所以你看他年号刚好跟这个字有关，所以他前面故意讲自教方兴嘛，啊，自治就希望我们元朝统一中国了，希望兴起这个文字武功的文字啦，不要他是用武功统一中国嘛，啊，希望开始兴起文字。壬戌这又来了，又值得稍微讲一下，有没有？他写的有点像戍，啊，戍卫的戍，啊，保卫的地方，啊，好像在那驻兵驻扎警卫。那这一次古书里头这两个也常常乱混，也是要上下文去判断。那天干地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没有戊戌变化的戌，这当然是戌，不会是戌嘛？啊，这样去判断。梁月，那也没有讲什么月，可以查一下，也许是专有名词。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叫好的月份，很奇怪啊。那什么叫梁月？到底是几月？有，你看好月份，所以没有特别讲是第几个月，啊，良就良好，对不对？所以你看刚才提吃店也不讲哪个字是好，刚刚那个比较简单，也就良好良好嘛，月是月份。可是你自己读就要给自己一个约束，你这样才会，哦，真正懂这个词语到底为什么用这几个字，不要叫哦良月好月份，哪个字是良，哪个字是好，哪个字是月份都不管啊，你就不可能有实质的进步或长进，啊，这要特别注意的。这都是甘苦谈过来人言呐，啊，他不听随便你们，对不对？我想会来听我参与我们实境秀的，一定都非常有心人了。我还分享到社团好了，我刚忘记我的粉丝专页有没有分享，所以我要看一下分享呢，有了分享。记得刚好按过一次，这样就可以了。梁月没有讲什么月，既旺，那就是某壬戌这一年有一个好月份，既旺。可是我不甘心了，我觉得不要害我。我觉得可能是专有名词，应该是某个月，特别指某个月。吉祥的月份，以梁为，你看吧。对啊，因为他写完序一定要讲一个具体的时间。那梁月这一年哪一月美好的月哪一列，而且旺都讲出来了，是15号嘛，朔旺朔旺，既旺就是已经旺，就是15号。啊，所以十月意思梁月就是十月，你看这是什么标准的智慧能力，你看我也没有啊，大家一起学啦，这时候赶快专有名词梁月学了。我，哦，这举虎丘，虎丘这不是老虎的山丘嘛，这是一个专有的地名嘛。那我们先学到，哦，原来十月也可以叫梁月，别的月还不能叫梁月，对不对？赶快背起来，这一种才要用背的啊，你们以前都只用这一招学国文，该背当然欢迎你好好背，这个值得背，也该背。梁月既旺，既旺来了，可能是旺是十五号，那既旺是不是十五号是要，哦，可能就指十六号，就已经过了旺了嘛？你看，所以你看，他周历。啊，
后称农历十五日月。你看，没错吧？十六是既旺嘛，所以十五是旺，十六是既旺。这个就是字典好的地方，所以它有讲解就是好的，不是它坏的我们就整个抹煞，都是就事论事嘛，这才负责任嘛。那除非他讲错，他负责。那我们也知道这样，所以没错啊，旺是十五，那既旺就已经旺了，就过去哦，旺已经过去了，所以应该是推是是一日过了。所以这其实翻起来，自治元朝的自治这个年号的壬戌年的十月十六日啊，有吗？啊，换句话说，十月十六日不这样讲，讲成两月既旺，就好像我们地震哥不是也一样吗？明明道光几年十一月，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不好讲，然后想成戊戌，换句话说一样，仲冬就十一月嘛，冬天第二个月，嗯，然后戊申就是二十八年，那这里我们只是不去管他那个，对不对？壬戌到底是几年啊？哦，你一查网络上一查也查得到啊，啊、哦，这样不是很明白吗？啊、哦，几月几日都清楚了，比如说像这个，他这个月是几号？没有讲，只讲仲冬，对不对？可是这里说金岁暮春，啊，暮春像兰亭集序，我们兰亭集序是什么？暮春之初，暮春交代月份，春天的最后一个月，那就三月。暮春之初，三月之初，那就是三月。所以他三月三是休息嘛？可是照他原文这样写的话，暮春之初他没讲三月几号，只讲初。那初的话，在十号上旬都可以叫初，对不对？在上旬前端的都一定可以叫初，没有问题啊、哦。你不能到了中旬呐、啊，哦，十号到十一号到二十号，那当然不能算初。那他这个就是辰号这个戌就很明显、很具体。那既旺是十六日，那么换句话说，他不想写十月十六日的多俗啊，都没读书的也这样写，是懂吗？这叫文人嘛，会讲文学语言嘛。这叫大人讲的话嘛，不是童言童语嘛，是不是？不是阿姨你好丑，伯伯你好丑，这样会化妆术，会讲漂亮好听的话。嗯、后学，后学为什么自称后学？因为他相对于前辈，他是元朝人，有多少对礼记啊、对经学研究的，所以他自称后学。东会是他的籍贯嘛。哦、像我是台北孙守贞，就可以说台北孙守贞。像我的祖籍叫铜山县，江苏省铜山县，或者现在可以称衢州、哦。现在大陆是归到沛县，那我就可以讲说沛公嘛，哦、那个啊、刘邦的沛公。所以他前面是他的籍贯，他是东会泽，这个泽他是用一体字，我们看有没有这个。没有就用那个了。哦，陈浩旭，哦，后面有小柱、英柱什么的，哦、按本传陈浩，宋末。都昌人，博学好古，烟灌金石，烟好像是那个烟水，所以是有泛滥、很广泛的意思。烟水绝对不是小局部的叫烟水，所以烟有烟盖，甚至我们说掩盖嘛，范围已经很大，所以它有广博的意思。那个是贯，是讲深度贯通，对不对？或连贯。啊，连经史，经史这个词都没有。我要准备六点就要准备出门啊，去听长义老和尚讲英文翻译的巴利语的那个经典《佛陀一生真实的故事》啊，和他弟子。今天和昨天开始讲到那个提婆达多害佛的、啊、还有阿舍死亡，今天继续讲提婆达多到他死亡、啊、害佛得到报应什么。诸子今日诸子百事
婆子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叫婆子？音色也不一定常用，我们不是音乐系的。那这个记日可待，我们一般是用指日可待，我当然就不会把它，所以我放在 other 这个地方嘛。其他词汇哪一些，我也不把它删掉。原来这个很多都用不着了，这个你看，哎，这就占掉多少个？也是啊，旗帜鲜明还好。对，也不一定常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哦，烟罐，它博通经史，诸子百家，百事就百家嘛，哦，百家之书。禁闭推就。不乐事境，跟我一样的，什么？全部都一定要推究到底，追根究底。你看我们为什么地震哥讲到现在还在绕这个笔记卷顿？对，不快乐，不喜欢呐、啊，去试镜，对不对？我也一样，我还是该做我的兼任助理教授啊，这也算是啊，当官啊，可以升到副教授或者专任的，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进去？不乐嘛，不以为乐。不以什么乐，以什么为乐，就是这个乐字啊。以事境为乐，那这里当然是不啊，否定它。嗯，不乐事境，然后教授，这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教授，是说他就在那这一代教书了啊。教授乡，在乡里间教书啊，里就门里，里就类似现在的邻里的里啊，校园。可以翻成乡里啊，你乡里就可以翻成闻者尊称，为云庄哦，原来他是叫云庄先生，称号是云庄先生。然后源自至中，潜心是一体之我们的潜心理学啊。所著有《礼记》几注啊，几注是收集前人的注解吧啊。所著有《礼记》啊，这是四书五经读本里头的，就是取程颢先生这个云庄先生的这一本《礼记》几注作为五经读本里头的一本啊。五经就是诗、易、诗经、易经、书经、尚书嘛，《礼记》和《春秋》。《春秋》是取《左传》啊，《行于世》，这样就好。行于世，这里是续壁，续就结束，很好，至少这一页帮他整理完，也对这个云庄先生表示一点敬意。那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是真的不是为了学生是做什么实境秀哦，是真正的实境秀。来，我们看一下哪里有问题。音柱这里是两行，没错。烟罐这里要这样才行。哦，应该是这样才对。对嘛，这样才对。和行于世这里应该这样行。居然就是跟原文的排版一样。啊，这样才对，行于鱼在第一行，好吗？哎，这样多漂亮！一个字一对一个字，好。笔记集注繁例，这一定都是我整理的。教主经文，援引书籍。那你可以偷看一下，他一定有引那个福广的，对不对？啊，不对，刚刚我们那个是卫史的，可是他应该也有引卫史的。啊，因为刚刚那个卫时的集说也在他之前，这不管了哈，我们直接卷顿这里。来，君以施行，
街舞。大步祭舞。示众。徐区。皆用事。那君是说天子诸侯。街舞是说，啊，说就是谓，谓就是说嘛，啊，这个读翻成是说，是说恶族相灭，美道于半，不得各自成绩。不得各自成绩。若大夫与其私行，则两族即相接续，见卑，两族即相接续，见卑故与私行不稍广而速，因为他的地位不像诸侯和国君、天子那么贱卑，啊，故与私行不，故与私行这个脚步步伐是不稍，步伐稍微广、稍微大一点，啊，而速中。由见也，这断句断错啊！步伐是稍微大一点，而且速度要快，而速这速指速度快。那中由见也啊，中这个字好像在说见也，意思就中的意思就是见了啊，中是见也。是与其师行，美喜足。兼容一足之地，哦，每次移动脚呢，中间要容下一个脚底板的那么长那么宽的地方，哦，乃孽之踩，于是才踩下去，脚的步才能踩，不能踩得太近，哦，两脚之间不能踩太近，孽就踩下到孽下去，用脚踩下去，哦，是当然是地板了，啊，踩到地板上。士即卑，啊，那士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啊，这士比大夫还要卑，这叫士即卑，到卑微到了极点了，对不对？故与私行不及广也，步伐是非常的广大，非常的大，啊，步伐间的距离。每一步间的距离非常大，徐区皆用事，为这句话是说君大夫是或徐或区，这区奇怪，他就突然来个一体字，哦，这个区。旁边这个多的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区的一体字，啊，现在又改这个字，那奇怪，这个欧西亚他自然自己转成，他可能觉得一体，他转成那个正体字来用。是快可以翻成是慢是快啊，有时候就是或嘛，或者是慢徐缓，或者是趋动作很快，啊，哎，趋我一直想不到像好的这个单字想副词啊。那同学也不帮忙想，哎，顺便想到查一下，顺便我要查另外一个字，趋，你看一下，趋前疾趋而过，时势所趋很好，时势所趋嘛，趋于一致，所以都有快，不是慢慢移动，啊，嗯，哎，很好，趋炎附势，对，跑过去，
对呀、啊，再帮忙一下，这就是单字想副词，白话都还在用嘛。明星趋向也是门兵投奔将，攀龙欺凤的攀龙凤，大势所趋嘛，啊，大势所趋，跑到哪里去？所以他就跑的意思，快步走，啊，所以或徐或快，或慢或快，就或徐或徐，皆用此与施行不之节也。啊，都是用这样的和祖先代表这个四位数那个诗走路时的步伐的节度或步调、啊、节奏节拍啊，然后急趋则愈发而手足无已。那这里是说此言，前面他用谓，这里用言一样、嗯、这里是说，说就言，若以他是来走路的话，若以他是行礼当急，若以他是行礼而当急趋者、哦、若以其他的事来行这个礼节的话，做行就做出礼貌的动作、哦，行礼就是从事礼仪的这个活动或礼貌的举动啊。若以他，因为这里可以读成因为，若因为其他的事情而需要行礼，表达自己的礼节礼貌的时候呢，而当急趋的话，这里的得是得话啊，这其句头。故愈发起不以皆吾伎吾为居、哦、所以前面是要分伎吾皆吾，那他这里是说，假如因为其他事需要行礼、哦、做出这个合于礼仪的规范的举动的话，然后而且是需要走快一点的话，那他的鞋子的头，鞋子的前端一定会抬起来嘛、哦、好，感觉好像想要逃起来，想要将要发起来，好像要离开地板了，那这时候就不用街舞和街舞这种步调、哦、这种节奏这种频率去拘束了，作为它的拘束，作为它的节度、哦、它的理解。然而手容臂弓，手的姿势啊、哦，可以姿势这个容貌啊，容态啊，用姿势来判，手的这个姿势一定是臂啊恭敬，那足容臂重，脚的姿态呢，姿势呢，一定就臂嘛，臂重，脚的姿态一定要稳重啊，不能轻浮啊，不可或低或斜。不可，有时候低，什么东西低，手放松下来了就低了嘛，或者脚就贴着地板再拖着地板走也不对，或斜就歪歪斜，手就不摆正了，脚也不走直线，对不对？啊，而去改变其长度，啊，其这里在走路就行礼，在做这礼貌的动作的时候，那个举动啊，还有走路的姿态或姿势。啊、哦，然后常是经常正常，啊、哦，合乎规范的这个度就是礼节嘛，哦，我们说前面讲节度，啊、哦，程度啊，一定的，那仪由变，他是说仪这个字好像变，嗯，意思就仪由变，也就是仪的意思变了，就好像这里说什么，前面也有用仪由什么，嗯啊我加个引号，是意思更明白了、哦、就是这个中游剑影，意思是中就是剑，这里的中其实就是剑、哦。那这里的仪，它不用变，它用仪了，仪就是变，手足不要变，手足仪就手足无变，手足不要改变原来庄重的姿态、啊、不要因为走快了，走快是可以，好像脚要抬高了。
可是你手和脚的姿态一样要保持稳重，原来的街舞伎舞的那种姿态。可是那个步调和速度可以不要像街舞伎舞那一种缓慢的或者约束有一定的那个速度，可是姿态还是要保持住。那卷顿型不举足，我们还是照这样断句啊啊，姿如流，席上亦然，好，这读完就 OK 啦。他可能要引很多家的说法，没有哎，我们读完到什么直归玉那里啊？六点了，就说卷是转也，这个就当然是政权的说法。屯之言，屯之言寻，如为赏声。所以他这个屯是念盾，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我给你做的音是念盾啊，他说读为赏声，为徐妻为徐妻之法。当翼转其足，他拖着而且转动他的脚，寻地贴着地面而去行走。所以说啊，不举足啊，也就啊嘛，意味着方士卫有一个方先生是说，此言回旋而行。回旋的走路而不是直行啊，然后高兴小羊啊，他的本性是聚，这个前面我们读过对不对啊，屯性是散，对不对啊，捐之这样念捐嘛，捐起来羊对不对，捐之则聚而回旋于其中矣啊，真的太牵强。啊，哦，猪把它圈起来养，它就会回旋在其中，不会原来散漫的乱走，是这样吗？那猪在猪圈里头不用回旋的走，随便上下左右走不行吗？那这都一定就卡音卡在它，就一定要把豚读成猪，科学读法，圈圈是圈，豚是豚，都没想到这可能是假借字。就假的字不是真的字，他把它当成真的字在读了，这个字，所以假借通假，这个假很好嘛，原来是假，你被骗了嘛，因为那豚就猪，在那一直这样啊，打圆场什么什么的，这个说法我们看过，方先生也之前有啊，对标一下啊，就说卷转也，豚之言群。读为赏声，为徐妻之法。啊，这里是说，这里应该句号后面是解说了。这里是说徐妻的方法是当，应该这个当是应当的当啊，应该要拖着，意是拖着嘛，拖着而且转动他的，哎，这里怎么没有？他的脚啊贴着地面而行，故意不举足也。啊，方士卫，此言旋回旋而行，啊。然后故去况如此啊，因为猪有这个特性，所以取这个情况来比喻啊，这况有一个词汇叫况喻啊，其实就是比喻的意思，所以可以把况读成用这个情况来比喻啊，这个意思啊，取况如此啊，如此是像这样，嗯，用卷顿来形容啊，怎么样走在那回旋走。然后你看，这是方先生的讲，所以他说陈浩很好，实事求是，不知为是不是？他说未知是否，未知不知道是不是？
陈先生，我告诉你，你就所以到清朝，为什么他可以反驳很多宋元这些儒者？因为清朝文字学大先，谱学大先，他懂那个声音训诂的关系嘛。所以很多以前人读不懂的，他清朝为什么能解？那我们在清朝之后汲取这个教训，碰到这个情形，我们也归纳一些九阳神功的方法，告诉你就这样。这还是第三周字形结构兼音译音译的关系，声音表达字意嘛。那通常声音表达字意，它可能不是用原来字形，它就是用假借字，假字通假字，你就不会卡音卡在说哦，卷是卷，豚是豚，豚是猪，都不可能是别的，它可能只是借它的声音来表达现在卷顿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蹒跚而行好了，蹒跚怎么有那什么私密的没有吗？他都加密了还好、哦、我怕我各自外泄，我是不怕外泄，可是怕有心人给你捣蛋嘛，会害你。前一阵子我不是有 Facebook 有分享，有人还写勒索信来说啊，我有你的密码，你要怎么样？因为平添困扰，我们不红，我不扰红尘，红尘自扰人，可能也怕这样。啊、对，刚刚说要查一个东西，这个字，因为我看我去买香菜，有人用这个水，哦，原来水这个水，我还在猜这个字怎么念，我可以猜，它念气馁的馁，对不对？然后它也可以念挪。可是没想到念虽，那虽就是这个虽嘛，虽远，大陆有个省，现在好像没有了，嗯、所以你看这个右边是妥当的妥，对不对？那、啊、可是它的形声字却可以转音转成虽或馁，啊、嗯，所以没想到这样一看知道它念虽，你就用虽远那个虽来帮助记忆，就知道那虽、啊、就是香菜，胡虽圆虽叫你看这个。啊、哦，元帅，啊，也称香菜，对不对？我要买香菜，结果那个卖香菜的那个盒子上面就贴香衰，他不写香菜，你看，我、哦、这里久了，这也是酸痛。50岁也快到了，不要50减掉，不会让我们念佛心清净，身体当然要安稳啊。是怕有时候投入这个实境修啊，坐太久或者姿势不当。香菜就香菜，不乖乖写香菜，写香衰。那盒子我还在给大家看，免得我以为我给你凑合了。你看这个还是干净，好像是原先农场，不是做广告啊。反正好厂家，我们就顺便推原先的智慧。农场、嗯、你看是不是香水，对嘛，香菜就香菜，不用，你看这个盒子是装香菜的啊，它叫香水。那他是说只要微洗，我之前买还有不要洗就直接可以生吃的、嗯、那他这也是可能为了保险起见，他叫你用过滤水微洗就好。你看还幼嫩，幼嫩香水，对不对？推荐生吃，因为我的夏天我就吃生菜嘛，配凉面。那么生菜就生菜，香水，啊、嗯、啊！学文言文，学中文干什么？做生意啊！啊，另外我们这个是死学问，跟赚钱无关了、啊。啊，拜托。连我中文博士我都不知道怎么，我还不知道怎么念呢，一直要查，今天才刚好顺便查这个、嗯、对不对？那写香菜就好像香水，刚刚要查怎么扯到这我忘了，我刚就怕这样，结果果然是这样，来没关系啊，有想到再来。好，这个啊，位置是不是这样啊？我至少还是位置，当然不是，这只是假借哦，刚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查这个，嗯，真的忘掉。啊、哦，位置是否啊？哦
然后他这个棋还是念支嘛，所以是一场下的长下的缝气也啊、哦，长下气就是缝边的地方，足既不举，脚竟然不举抬起来抬举嘛啊、哦，那身又俯仰，你看他还是用人家一般传统，我们前面读那个清朝儒者。他们注释也是指这个身又俯折，低着，然后折弯折的身子，好像弓腰驼背这样、嗯。那么呢，折就那么嘛，折衣裳下面就是会衣裳的下边就会丢拖在地板，委于地，委就委托嘛、嗯，就好像委托给你就丢给你了啊，那、嗯、衣裳的边好像就丢在地上，拖在地上。啊，余地就在地，而一足、啊。如果拖着脚走路呢，则积如水、啊。你看，脚竟然不抬起来，身又俯折，那衣服下半段，它底下的缝边一定会拖在地上。然后你脚又拖着走，那你这个缝边是不是就好像流水？啊，一足则。缝边，织这个、缝边要念织啊，资本的织，织好像流水，是流了啊，就好像水的流动那个样子了。那席上亦然这句话是说未作，所以他这个这其实是一般的注释嘛，我们都读过了，未作之时，行于席上。亦当如此也，啊，还没坐下坐定坐好的时候，就是什么，在这个宴会上、宴席上，在宴席上，有没有一个字都没漏掉？在宴席上，如果你要走动，还没坐下来，在走动的时候，也应该像这样，也应当应该像这样，这样是词啊，一个字都没给你漏掉讲解啊，这里是因素。卷菊圆反，这是注音啊，举取声母，圆取韵母，卷，对不对？菊圆反，那臀呢，它是赏声，所以就要念臀哦。它这也是读赏，当然我们是念顿，因为我们有主张了，它是通这个顿，哦，所以没有问题，不要被它这个左右，它这个只是一种说法。然后知音知，嗯，这个资嘛，我们刚刚是用资本的资，只是换部首嘛，对不对？哦，棋不能念棋，棋要念资。然后端行遗留如始，然后变形言言取句，我们它的字体是这样，好像打不出来，我就用这个就好了啊、哦。这里不分那么清楚了，嗯、时间快到了啊、哦。啊，端是职业，端行就执行啊，直可是这不是走直线，是讲直身而行，所以它这里在说明职业是指端行是讲直挺直的身体，前面是不是俯折的身体是俯折，对不对？这里他有讲。身又俯，就不是直啦。那、啊、他这也是说直身，身要挺直啊、哦，而行。那身亦小折，那这里的直身不是真的完全打直，是也有稍微的小小的折一下，弯一下啊、哦。故头直临前，所以身时小小的折，头还是挺直的，所以像看起来就好像身体弯，头挺直，身有没有？头就好像在前面，面临临前就是面临面向前面，嗯。而移如这个双颊快大快流离这里对不对？双颊这个部分呢，就好像乌流之垂，
所以他这个都用以前啊人的说法，没什么。其步之进，则如始之止也。啊，他走路的前进的这个方向，就好像箭，弓箭的箭啊，笔直的射出去这样。然后变是急也，这里的变不是帽子，他认为是急诊室的急的急啊，变是急，变形就急行。那奄奄升起之貌，所以他这里不是讲脚，前面都讲脚抬起来，这里奄是说身挺起来啊，身体挺直挺起来，升起之貌。那急行则欲速而身和脚横起，很快的走的话，则因为想要快一点，欲速想要就欲速，急行则欲速，那么而就那么嘛，然而那么身体和脚就不得的，就横就横常保持的。他这个不知道是因为避讳所以少了一横，还是刻字没有刻好啊，就变达啦，这是另外一个字。当然这里待会儿做绝对不是达，这个达是恐惧心里不安的意思啊，达达啊，这里当然是横，横是常保持这样啊，所以身体和脚步一定会保持一直横起耶，一定会保持好像抬起来啊，抬高的这种姿态啊，脚也会抬高，身体也会挺起来。那一说就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你看，一说端是说玄端啊，所以有不同说法。一说端位玄端啊，然后呢，竖端、端位玄端和竖端这种端。然后呢，变是说绝变、皮变，所以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这个端不是直，变也不是急，它是说端是玄端、竖端的端，就是衣服啦或者帽子，服装仪容的意思。那变呢，绝变也是帽子，皮变、皮做的变都是帽子，就是一些礼服啊，穿的。那些衣服啊，变味绝笨皮变，然后呢，形容各欲衬其服，走路的仪容、走路的姿态、走路的样子，各个应该或想要，这里翻成应该比较合白话文表达。他原文意思各个想要怎样称其服啊，其服也是说一种说法是这是帽子或者礼服嘛，穿这些礼服的话，你走路的姿态，不管是玄端、竖端，还是你是穿或者戴这个绝变、皮变，你一定要搭配着相称，一定要，要就是欲嘛，想要就是欲嘛，要和你穿的那样的衣服，不管是皮变就有皮变的走路的姿态，绝变有绝变的走路出来，那端玄端的时候有玄端走路的出来，各自对不对？各有不管是端还是变，各有他们要搭配的相称的姿态啊。那个服就是服装嘛，就是看你是玄端还是竖端，是皮变还是绝变啊，要搭配你穿的那样的服装啊，怎么样的服装，懂不懂啊？你走路的姿态，各个就要搭配。你相应的对应的穿的那个服装，穿怎样服装就有怎么样的行走路的姿态啊，举动。那直归欲举前一走，
这个议题是我们只能打这个啦，速速如意。看他把它整理好了，是不是很漂亮？你看都好了，这里没有好而已，多了两格。那这怎么办？这也多两格，那这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啊，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对吗？这样就整齐。那这里还是错，上。于席上亦有，啊，席上，这里假如我多空一个，可以吗？哎，还真的，哈哈，啊，因为它空格，它可以省略掉嘛。席上，你看，啊，我刚刚这里有空格，对不对？于席上亦当如此也，然后音柱后面是音柱嘛，对的。行于席上亦当如此嘛，所以它空格省略掉了，所以对于检索是不会影响的。音柱在这，卷曲圆反，就是音柱这里我们可以打个冒号，做一个间隔。行于席上亦当如此，音柱，对，这样比较好。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刮胡好像可以给它圈起来，我忘记是怎么样的刮胡。你要到它本站介绍这里会有一个编写的范例。嗯，就大概就这个。这一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挂号来把它挖起来。我看这个是什么 ？YYYAL， 啊，这里一样，它出现几次？音柱只有一个，好吧？那其实像这个也是圈起来嘛，哦，那就不要了，这样就好。哦，我看。文字版里头会变怎么样？嗯，加不加漫画，我觉得还好，还是做个区隔好。哦，它这个网页搜寻的时候，它会，嗯，到时候会找出注卷，这样就不好了。哦，太多干扰。好，那我要准备离开了。我看我们要，哦，那快我圆满，快快快，正好。欸，它其实叫集注引用的也不多嘛，对不对？哦。一样的不多，这是刚刚有教训的，要拉在这个前面。嗯，总足后跟脚，足后就足就脚嘛，脚后跟啊，举足之前，而一其后。一其后跟则行不离地，如有所寻也，对不对？既然走路的时候不离开地面，就好像循着地面走嘛，就是我们现在白话说贴着地面走，贴速速是促下，哎，比我想象的快好多，没想到它这个那么少。直帽，啊，龟玉皆重器，所以它龟和玉是分两个哦，所以这里才能说皆嘛，我们可以断成这样，就直龟或直玉的时候该怎么走啊？它一皆重器，它那个器是写一体字，我们就啊，故尽仅如此。那这一样，刚刚我们空一个，对不对？那这样才会对齐。恭敬，我们刚才说敬跟景有关，对不对？这里马上就来了，变同一副词了。啊，敬景如此。啊，这 Y Y Y A 就这个 Y Y Y A L 这个音柱加
三个词汇。音柱，和硕音说，音说读音一样。哦，你要念去声，去声相当于现在四声，哦，哪里有离啊？你念去声。然后凡形容，它这个还是阳哎，可是其实它这个是气没错，有没有？它只不过这一横拉长一点，它上面还是日，下面是戊嘛。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把它变成阳？嗯，来形容气。那这里你看，那下面有替阴这个做阳飞，它有变，可是这自己刻的也不清楚。哦，替阴这个人部做阳飞，也奇怪。那我们这里可以帮它加一下，两个就好。这个字罕用字，竟然会拿这个字来音这个，做阳飞。我们是从上下文判断，它这里应该是指做阳那个字是飞的，是错别字。做阳这个字逗一点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可以打个逗点，所以你看文言文就这样，能省略到省略，有没有？它就少刻好几个字嘛。可是你读得懂它要表达什么意思？何必还要打出那些罪字，对不对？所以这里虽然那个阳字看不清楚，我们还是把它当成阳，有没有？好，出发。对，时间还刚刚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此圆满。陈浩有看过，本来以为他会赢好几家，结果没想到。没想到是这样，这个感觉他也没赢哪一些，他最多这里提到一下方式而已，对不对？然后他说为方式这种说法未知是，最多只是这样。好，然后其他家还不如那个未识的，真的赢了好多家。很奇怪，我如果找李济吉说。吃澡堂本难道也是这样吗？我记得好像不是啊。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快速看一下，我走了，穿衣。对啦，就是我们刚读的那一些嘛，对不对？所以它不像那个未识，真的，未识的吉说还比它吉说的厉害，对不对？真的每一家，它这里最多只引了一下方式的说，它最多是说有一种说法，我们刚刚也说有一说，这里嘛一说方位玄断，这玄是避讳玄烨，康熙皇帝的名讳啊，这归义对不对？离去生，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你看它这里也是替嘛。它其实还是日，只不过这一横给它写很长。其实这个抄书的四部全书抄书的，他可能根据原本这样抄，他也不知道到底这右边是容易的易还是阳，太阳的阳右边那个，照抄也不算错了啊，蛮谨慎的啊。然后他这里说易阴伤，当然就错了啊。那如果念伤的话，他右边就变成阳了。你看阳伤是叠韵字嘛，绝对不对。那可见他这个 T 音 T 应该是从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版本来 T 音 T， 你看他这里没有讲 T 音 T， 对不对？这两个似乎吃澡堂本家进堕也，进堕也下面没有注音啊，他的注音反而在 T 音
这绝对不是受伤的伤嘛，还是他上面扫描没有扫到，应该不是，是他刻板或印刷的时候不清楚，啊，应该不是伤，嗯，所以我们这里是想仁义嘛，右边是容易的义，左边是人字旁，应该是这个字，那我们查一下这个字，啊，这个字库其实。吃藻堂本，这个我们看的是吃藻堂本，是给乾隆皇帝看的，所以我刚刚讲了嘛，他很谨慎。可这里毕竟还是有点，唉，这个读书人还不如我身手真厉害。乾隆皇帝，你用他还不如用我，真的是这样啊，对不对？仁义人念什么？你看，然后这个赋，还有赋，然后一题是这点赋的字。它是豆豉的豉的一体字嘞，对不对？我们豆豉料理里头，豆子黄豆，然后腌制的那个豆豉、哦、另外一个是做别的字一体字，哦，它就是容易的易嘛，所以他说易音易是对的、啊，因为它就是念易嘛，容易的易，它是一体字，读音就一定一样的，所以这个易音易是对的，哦。啊、所以他说做羊者是飞的嘛、嗯、我看看、啊、他念 T 跟 E 是叠韵字嘛，好吗？声有声音关系，他 E 声，可是假如你变成羊，他就应该要念伤嘛，你看这个字，你注意他的注音对不对？他是伤嘛，换人部不就受伤的伤，最多上面再加个人、嗯，所以伤和义这个发音差那么多，就不同字，就多了这一横而已。啊，这样你就容易分，像太阳的阳，对不对？扬州的扬，啊，传扬的扬，对不对？太阳的阳都是右边多了一横，就这种右边一横的是昂那种韵才对，没有一横的一那种韵差那么多。啊，一个嘴巴要放大昂，嘴巴要张开一，嘴巴要压扁。绝对不可能错，但这种不可能假借，只是声音差太远，所以这种一定是错别字。嗯，就是因为它字形太像，差一画就弄错。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此圆满啊。那我们礼记的也是到此圆，卷段也到此圆满。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代词性助词，我们最后再看好，好不好？我们最后再看代词性助语，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地震歌的其他版本，尤其我们先看这个全台诗录的这一本，对不对？他用的竟然是从此夜眠心不安，不是心不疑。我们认为心不疑才是修改的比较好的版本，他竟然是录他比较初稿的版本，早期的稿本。我顺便一提，就收韵网这个自动注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只是电脑呆呆的哦，这个大词典里头有波涛，它就给你连接到波涛的词。啊，他也没有，这个就是什么？电脑跟人脑差别嘛。人脑我们不是有九阳神功，有一招叫对错问题回二座。你还要你想这个，他这一种就是单字想副词嘛。你想到答案，你还要记得带回二座去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能说词典是有这个注释哦。你看像这个啊，徐步屈行嘛，啊，照抄汉语大词典，这个我们不是有讨论过了嘛，对不对？这个还无可厚非，那就是什么东西也不管，像大鹅好了。大儿是吗？年长的儿子啊，对吗？带回二座，你看他后面有没有引申什么意思？没有啦，就是长子年大儿子，年长儿子，那可以说大儿子、小儿子都躲起来啊。那其他儿子人，那大人小、大人年老的人躲不躲？我们讲过这个儿不是儿子吗？这个儿子是孝，所有人管你多年纪老、资格多老，这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逃命要紧，对不对？都是无助的孩子。这才是他这里用儿的意思，那他这个只是说跟词典做一个连接，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这要注意。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就不看了，大概他用的也是这个版本嘛。我们就从此夜眠心不疑，你用疑安疑奶粉还记得吗？对啊，他是课本那个版本，我们就算了啊。那这样我们就到此为止。这个你看他有相似句，也是也天朗气清，这个不错啊。你知道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啊，相似的。啊、那这种
好处也是让你如果写作文的时候可以知道，哦，原来可以变化，换句话说嘛，不同的说法，这很不错，这都是现在电脑计算机的科技搞出来的名堂嘛，才做得到这个，人脑是没那个闲工夫了。有啦，有些人古时候还真有人有时候会下功夫在这啊，同韵就没有，意思就是押的韵跟他一样的，当然不可能的古诗，古诗都看作者要怎么押韵，没有一定的格，一定的格律嘛，哦，当然要重复相同的就几乎不太可能，这是加一张号就加动号，那个当然没问题。好，下一次我们就这样开始，这顺便带一下这个，哦，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我要去正德佛堂台北分院7:30开始，预计我们好像今年本周六圆满，也就是2019年5月18号，常玉老和尚说周六圆满，真的很殊胜啊！巴利文、巴利语、英语、英文一本，巴利语的佛典，原始佛典里头，佛陀安提弟子一生真正的故事，收获真的非常大，我也因此。不会演的真的不是说夸张话，是真的有点开悟或什么，真的不是开玩笑，哦，真的启迪非常大，比我听经十几年，好多年，不下于那么多年，虽然才短短一个多月或几十天，真的，哦，而且真的感受这真的是真正的佛经和佛陀最接近佛陀原意的那种保留的文字和经典。好，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哦，阿弥陀佛。有缘的礼拜六之前，希望也一起来哦，阿弥陀佛。